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文岳。那么接下来两个小时哦，就带大家来掌握到政坛焦点以及国际情势了。首先，先欢迎到今天与会来宾，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大家好；民众党发言人杨宝珍，大家圣诞快乐；以及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大家午安。 好，没错，今天十二月二十五号是圣诞节之外呢，先祝大家圣诞节快乐，新年快乐。但是今天同时也是有、哦、全台有几个县市这个议长的选举了。那今天早上呢，人选陆陆续,续续出炉了，当选人呢名单也一一跟大家来呈现了。首先，我们先看到台南的部分、哦，台南确定是由民进党的邱丽丽来当选这个议长的位置。但是呢，虽然选举已经结束了，台南这个黑金的争议、黑道的争议，可就不能因此就轻轻放。下。 下了，尤其台南，你看哦，这几天呢，连日来哦，争议不断。首先，先看到林依婷的部分。林依婷是哪一位啊？她呢，就是在这一次九合一选举当中呢，诶，新科议员，民进党的新科议员，而她的爸爸是涉及恐吓、操控这一次议长选举的林志林世杰。他的女儿林依婷这次当选了之后呢，当然他爸爸被指控说是黑道黑金之后，他就很生气了，结果呢，就开始跑到哎，像是陈廷飞底下留言呐、啊，说哎，请。 请郭新良议长好好说明这些到底王生都还不完的负债是要债留子孙，还是要让什么继续呆账下去，掏空农民的血汗钱等等等的。不仅呢这样子直接怒呛，甚至呢也到了这个留言粉砖这边说，给你个机会跟我爸以及我道歉。 而且要置顶七天，我可以不告。当然了，这番言论也让网友觉得很傻眼。怎么说？你的爸爸才刚被指控说黑金黑、黑黑道的部分，结果呢？你爸爸这个恐吓的。 疑云还没有洗刷掉，你现在又在公然恐吓吗？说我给你个机会，不然怎么样怎么样的？难道是有靠山就越喊越大声吗？想想看哦，当时呢他在初选的时候，哇，大咖站台多少人呐、啊？这个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一位林依婷，旁边黄伟哲、台南市长，还有英系洪耀福啊、黄成国，通通站了一排，徐光勇也在，还有。 郭在清现在呢也是被官司缠身了。我们看到这几天来、哦、台南的黑金问题连环爆，包含了八十八枪，包含了一些卢渣等,等等等的。当然，蓝营的议员也吓得半死啊！大家都是觉得人心惶惶。看到了昨天哦，台南是有十七名的议员申请了随扈，这个场景哦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台 被全台湾哦，哪一个县市有在选举的时候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呢？你还要申请随护，甚至还要在警方的建议之下呢，直接睡在议会的研究室这样过夜。啊，这个蓝云议员就直接说了，我当了六届议员，从来就没有这么恐惧过。甚至有今天在就职日也是启动了首次动用了金属的探测器，可以看到今天早上这个气氛是相当相当凝重的。好，那我们看到，那我们黄伟哲台南市长。 又在干嘛呢？是不是真西瓜？怎么说呢？针对这么多的争议，结果黄伟哲他说他签署了这个廉政公约，要立勉励这个团队要坚守清廉、公开、透明的这样的原则，并且呼吁各方角力呢，势力要知所节制。 呼吁，大家看到这个“呼吁”这个词呢，就让大家很不满了。诶、欸、你是台南市长诶、欸、结果呢，你怎么用呼吁的方式呢？你有没有祭出一些相关手段，或者是严办、严惩等等等的？没有实际动作，结果只是嘴巴讲讲要呼吁，黑道城市西瓜市长呼吁什么？你是市长诶、欸、网友当然就气爆啦。 那看到这个呢，台南的还有高雄的议长选举乱象一箩筐。刚刚讲完这个台南部分，继续大家看到，现在邱丽丽当选台南市议长之后，国民党其实啊、哦，副议长人选跑票等,等等等的，可以看得出来哦，其实在这个议长选举当中哦，民进党在于操作这一块的部分。 手段都是相当强硬的，怎么说呢？光从这边就说就看到了，民进党中央呢，他们是非常罕见的发出了非常多次三次的声明，说如果你跑票或者是怎么样的话，那我们就直接党纪处分。可是对比下来，诶、欸，国民党的手段就比较软弱了，就没有很明确的说如果怎么样的话，好，那你就一定要退党或者是如何如何的，相较起来就弱很多。新党界甚至直接说，敌对阵营对国民党议员是开出了投自己或者是你不去投票的话，就可以领一千万元。那么 那么，如果你投给的是邱丽丽当议长的话，还可以直接领两千万元。哎、欸，难道是因为这样说？所以呢，国民党还会有一些人，就是还有跑票这个情况发生吗？好，台南市长，我们看到了高雄的部分，现在啊也是一团乱了吗？虽然说现在已经确定了，确定呢是由康裕成来当选高雄市的议长了。那我们先看到，现在民进党是成功了光复议会了嘛？康裕成是以三十五票来当选了高雄市的议长，但是呢？ 看到副议长的部分是曾俊杰退出了国民党，搭档民进党的康裕成组成了这个“民无派”、“民无配”的这个概念，而且呢，你们看到曾俊杰他就说了。 国民党长期分裂，民进党气势比较好，所以呢，是不是才因为这样，才在前几天的时候，甚至前一天的时候就宣布要加入这个五党联盟？虽然说如此哦、喔，结果呢，他是马上就被五党联盟发声明打脸了，说事前哦从来没有接受过，或者是曾经征询入盟要求，跟与民进党结盟的这一块是他个人的行为，与联盟是没有关系的。好，当然了这样，曾俊杰在前一刻这样子的那个跑票状况，甚至是直接加入民进党。 这个行为也让蓝营内部气炸了，柯恶之人就直接说大言不惭，尺度刷新我们的三观呐、啊，真的是气疯了，你知道吗？还直接轰郑俊杰哦，选前国民党，选后踢开党，民众啊，还有网友啊，通通都大开眼界了。高雄的蓝议员也说，你这个吃相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看了。当然，网友也进一步的提到，就是国民党真的是要有骨气，如果你看光从台南还有高雄等等的，就是。 作为比起来呢，跟民进党就有一段差距之外，那你现在呢？曾俊杰发生这个样子的事情，明年是不是要直接发动罢免曾俊杰，来显示你们这个气度，显示你们这个难过，或者是说，呃，对于党内这种不团结一个做法呢？嗯、我们先先请教一下志强哥，你怎么看？好，我觉得网友说的非常好啊。今天国民党有点骨气的话，这一员就把他发动罢免掉，嗯、对不对？你选权。 民进党选后，呃，选选国民党选后踢开党。那你今天这么认同民进党，你就不要挂国民党嘛。你一开始就是加入到民进党去。我说真的，今天如果说啊，你因为国民党有些事情，你被逼的你要离开国民党就算了。他选完不到一个月就直接这样。那我说真的，吃人够够，看不起人。我觉得这也是国民党的悲哀。你国民党要这种人干什么？手段又不够硬、啊。对啊，你今天就是让大家看看嘛。 我直接跟大家讲，如果今天民发民讲发生这种情形，这个议员绝对没政治生命啦，结束了啦。民进党会不会发动罢免他？一定会啦。所以，因此对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我们讲说，他完全的就是背叛啊、哦，背叛国民党，然后背叛提携他的政党，然后呢，没有任何真忠诚度可言。他也不是被迫的哦，他今天就是一个政治投机者嘛。 那今天说真的，那回头就考验国民党啊，国民党有没有骨气？网友讲的啊，国民党有骨气就发动罢免啊。我们再回到台南啊、哦，黑道腐城，台南悲哀了。你可以看到台南最根本的结构。我先讲一件事情，这是我觉得最惋惜的地方。如果当初是打贪除弊，好反黑即先锋，谢荣界可以当选台南市长的话。 台南政治风气绝对会大不相同，所以我真的看到今天从八八八十八颗的子弹的枪击案，然后到光电利益，然后再到了所谓的整个政府那卢渣米的事件，然后呢，像这一次的议长整个黑道恐吓式的进场，那我说真的，为什么原因很简单，这个原因啦、啊，跟大家讲啦，啊,啊，我大民进党在台台南就执政三十年啦、啊。 我拍西瓜、香瓜、芒果，草包谁都可以当选啊阿伯利被安葬啊，啊我就是可以当选，我执政三十年啊，四十年、五十年，黑道政治又怎么样？我变西西里岛我都可以继续当选啦、啊！所以，这最根本的结构就是在台南几乎没有办法去约束一个政党长期的腐败、滥权、无能，跟黑道挂钩勾结。 我在公投的时候，全台湾走透透。我走到台南，你知道有一个台南的民众跟我讲，他府城多悲情呐。嗯，他说府城啊，那时候在卢渣米事件，哎，卢渣米事件是谢荣界揪举出来的哦。你看台南所有弊案都是谢界打头一枪的哦。他说台南的卢渣米配上民大民进党政府哈鼓励大家吃的来猪肉，就是台湾台南最可悲的卤肉饭呐、啊。卢渣米配上那个来猪肉。 民进党就是吃人够够，欺负人到这种程度。可是如果说今天你不能够人民用选票来去觉醒的话，你去期待今天黄伟哲的这个所谓的那个廉政公约吗？啊，廉 <呼 S 1> 政公约你三十年了，你搞成这个样子，呼吁啊，要他说要呼吁大家知所节制。对啊，然后出来到处指控别人是黑道，结果老爸自己当场去恐吓人家。啊，请问？ 那你不是黑道，你是黑道啊、呃！别人不可以是黑道，你是黑道。所以今天台南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政党政治。我们讲民主之恩不能落实所以台南真的要觉醒，那从黑道走出来。当然，现在选举过了啦，下一次吧。好，杨明哥你怎么看？其实从这整个台南这黑金的状况到现在，这已经是不是？哎，选完议长难道风波就过吗？还是说大家要继续的追下去？呃，其实政国会系统这一次是很乖的去投票哦。 那原本他们被认为说是这个这次最大的变数嘛，那最后是一票一票都投进去，这代表什么？投票也也也，我讲含泪明，他们含泪含恨什么都没关系，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他们要为了陈廷飞吞下这一口气啦。陈廷飞没有脱党的本钱嘛，他不能让陈廷飞在还没有，你看下一届市长还没起跑，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你政国会的系统如果跑票，你叫陈廷飞未来怎么选？所以当然，虽然即使哦、喔。 这个郭信良是这个大幅度的落败哦，但是郭信良的这个势力在呃台南还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势力，而未来包括像这个八十八枪，像是陈凯琳的收贿案，像是这些光电利益的这些案件哦，不会因为议长这个邱丽丽当选就停摆吧？那所以，哎，陈凯琳现在还是收押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台南还未来就是说这个议长选举只是一个呃过场。 那未来还有可能，如果随着司法侦办办到呃，比如说什么样的人卷入，会不会还有一些变数发生？我觉得都还要继续观察。那再来，我们就讲，比如说像谢龙介这个龙介雄哦，虽然今天他卸任哦，但是哎，会有地方会有这种什么一一票一千万，然后呢两千万这种的传言，难道剪掉不要去查不要去办吗？如果真的有这样相关的证据，那邱丽丽。 这个这个议长能做多久？所以我觉得这个后续哦，这个当然民进党你可以看到说，说民进党需要团结的时候是会很团结的。但是对比国民党，你看台南国民党三个跑票，其中一个是现任的副议长，而且还是国民党支持他要继续连任副议长的人，他跑去投给民进党，这叫地方政治。地方政治我没有在看政党的这些人，他退党用无党籍选，他一样选得上。 所以呢，他没有在 care 你们政党怎么样，党籍对他来说不重要。好几个跑票，他说没有啊，你开除没关系啊，我今天就退党。他们根本不把政党放在眼里。可是选举的时候为什么要挂着？不管国民党，不管民进党，选举的时候，哎、欸，就是政党。哎、欸，这个当他今天有个人利益的时候，他就离开这个政党。选完就白了，选上就白了。其实我觉得这是要给选民看到，这就叫做官场现行记。 他们为了利益是不择手段，什么都可以做出来。那高雄的话，其实你说罢免，罢免很难啦。更何况哦，这个曾俊杰他跟康裕成是同一个选区哦。哎，其实很很少有这种所谓的一个议会哦，正副议长同一个选区的议员啦。嗯、那当然，我觉得这这一局，其实民进党某种程是呃，你不得不佩服陈其迈他们的一个布局，可以挖到一个国民党资深的议员，他也第五任啦，曾俊杰第五任，他的爸爸。 以前是七连任的议员，还曾经代理过议长，所以他们在地方的实力非常强。那为什么过去都是国民党？这个时间点为什么会决定、欸、退党，然后呢跟民进党合作？我觉得这是国民党除了除了那种像强哥讲这种所谓的气氛要罢免之外，我觉得要思考，就是在地方政治里面资源是被谁掌握？为了资源，他们宁可不要党。 我想这个这个逻辑在我们全台湾各县市都有。当然某种程度，这一次因为正因为二零一四年的那个议长的台南曾经有这个跑票，导致民进党去修法，让议长的选举全部到记名。我们现在谁跑票，谁这个谁这个呃呃，就是谁有投谁没有投，哎、欸，谁跑谁跑给对方都看得一清二楚。我觉得这是给选民一个这个呃检验这些议员第一天上任，他可能就违背了他提名的政党。 他可能就违背了他原本的承诺，我想这一些都要让选民看到，这才是对选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管不其实他们谁当议长，谁当副议长，老实说，我根本不 care，因为议长、副议长也就是一个主，按照职权是主持意识，但是在地方选地方的政治生态里面，居然变成乔氏利益的一个集合体，这才是最悲哀的、啊。不然为什么要花几千万，会有这种传闻，几千万买票？ 那他们的利益不是上亿才怪嘞，所以我说这一些这种地方政治的生态哦，我们看在眼里，但是我们要改变它。如果今天你不希望我们的政治变得这么肮脏，我们就要投票改变它。这个利益啊、黑金啊、光电啊什么什么，现在全部一次爆发。我们想问一下，宝珍你怎么看？哎、呃，我们先讲一下这个高雄这个曾俊杰状态哦。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政党，如果碰到类似像这样子。 就明明你可能在选中呃选举期间，你挂的是这个政党，然后你也选上了。等到你选后，然后突然把党就当踢开，我相信。 应该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是很能够去接受这种状况，所以我相信国民党应该自己也会去思考一下后续该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状态。而且重点是，我觉得曾源他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他说国民党长期分裂，然后民进党气势比较好。但其实他这一句话讲出来会让很多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就以现在的状况来说，全台应该算国民党算大胜嘛？但你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然后说出“哎、欸，我觉得民进党气势比较好”这很奇怪。是高雄的对、欸，对，高雄他 maybe 是只是专指高雄，嗯、但因为可能在地方上。 这样的一个态势，他自己心里比较明白是没有错。但是以纵观大多数全国的国人现在在看，就会觉得，诶，怎么会这样子讲？感觉好像跟我们所认知的是不太一样。所以我相信他可能背后应该也有蛮大的压力，又或是他有没有得到什么样子的利益，导致他可以直接说好，我把党我整个甩开，我就不要了。 其实要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相信背后应该是有没办法说的秘密，他才有办法去做到这种程度。那、啊、再们讲台南，因为你看龙介兄都说了嘛，敌对阵营都这样子开出了这种条件。我说真的，我觉得就像刚刚杨明提到的，我觉得这样的风气真的很糟。就是当你可能已经会听到说啊，各个地方的议会啊，他们说，哎，我想要选议长，那我就要来这个爸爸。 搬着这个大把大把的钞票，然后去找某人所以你投给我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这种风气在台湾来说，我相信不是民众愿意看到。但是你说这个要不要现在立刻就能够改变？其实说真的非常的难。他这个真的是需要，比方说，他假设龙介雄当时有选上的话，我相信他应该可以给台南带来是不一样的一个地方的风气的。但 很可惜没有。那到底接接下来有没有机会，透过其他的人，有没有更有一些良心的政治人物我们愿意去改变这样风气？比方说，真的来拿钱给你的时候，你说我不收，我偏不收。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其中一个方法，就是。 你不会去当那个去花钱买买通人家人，但是你自己本身你不能够去收那个钱。我相信要有更多更多的地方政治人物我必须做这样的事情，才有办法把整个政治风气再做改变。是不是也是因为民进党现在在台南市执政也太久一段时间了，所以呢有这种事情要翻转真的是很困难。就没有在怕。其实看林依婷啊，她这个本身之前在选的时候，她就是打着黄伟哲的子弟兵在出来选的，所以她很明显嘛，背后就是靠山非常的多，所以她才敢这样跟陈廷被互呛。 来互呛去的，一般来讲，大家会觉得，诶，你一个新人应该不会讲这样子的话，你怎么敢这样跟前辈去这样互相呛下？所以，我相信，我觉得陈廷飞接下来，如果他真的想要去挑战台南的这个首长的话，嗯、我相信他还有很多的难关必须要去度过、嗯。我们看到今天一二二，我光是从这个地方议长选举看出官场现行记，那么疫苗也有现行记。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好那国民党会有什么作为吗？不会，<laughs> <laughs> 就开除啊，<laughs> 最多就开除啊，<會>就开除。柯不会，人家都不要你了，开除也没有意义。<laughs> 他自己说拜拜，然后自己说拜拜，对啊，这样也是蛮那个的。为什么会那么多人想要会会这样干？就是因为反正。 他不会到，他不会有代价嘛？而且不是，而且很多代价，而且很多都是资深的议员呢。他们就是就很多届啦，连任出多届那种。他就觉得反正我就这一任了。对对哦，我不我不差，哎呀，我下一任可能是我儿子我女儿出来选，我没差。嗯哼，哎呀，可他这样不会也害到他的下一代之类的吗？他就用五档级啊，啊，反正这一次我赚够啊，赚到饱。哇，之后又有钱给他下一代去选。花脸不夸张吧？花脸六个跑票。 第一轮投票，国民党领先。第二轮翻转。我花联跑票是有点背景。对了，他他有那个。他们没有，他们两派的斗争。对，他们两派。他那个曾俊杰呢是比较离谱。花联是因为选举就已经是恩怨。不过曾俊杰，你你知道他爸爸当议长的时候啊，代理。问题。那时候就是高雄，你那时候不是贿选案有没有朱安雄那个？哦。然后那时候他代理议长，然后他的服务处被开枪哎。哦。 <都>你说什么时候是？就是曾俊杰的爸爸叫曾长发，二零零三年的时候。二零零三，他爸爸曾经，而且他爸爸那个服务处被开枪，是因为他儿子，另就曾俊杰的应该是弟弟，去 KTV 唱歌，然后跟人家发生那个口口角冲突，然后人家就跑去开枪。天哪，好乱哦！所以这个咖也不是什么善类的、这个。这个咖。<laughs> <laughs> 如果今天要把那个什么跑票全部列出来的话，真的很可观呢。啊、又台南又高雄，嗯、民进党也有人跑啊，屏东啊。屏东、啊。屏东有一个跑，他说他不要投给孟安党。<laughs> 安可是你要知道，他孟安党是国民党的议长。<laughs> 欸、对。<laughs> <laughs> 周天<甜>论<論>。疫苗采购。 他那个系今天光景姐的系列三还没有出来，然后他那个系列一、系列二，对呀、啊，还没有，应该会有人去跟他拜托吧？<laughs> 拜托拜托晚一点 <laughs> 因为前两天都是中午以前就发文了，对啊，現在已经两点了，是两、啊、点多了，昨天也是。 到一半，然后就插了一张他的系列二出来。昨天下午在那个节目的时候，好，<laughs> 這樣可以吗？好。 那采购老账怎么光清减？ 因为我们有看这个新闻大白话节目的这个民众，就发现到没有连载。 光景姐的所谓的疫苗采购老账本，昨天是已经到了系列二了。那今天呢，预告还会再将有系列三。昨天系列二呢是给大家完整看到，那今天呢先整理了几个重点给大家看。今天哦，黄在昨天的时候，光景姐里面的系列二提到，就是说城市中卡 BNT 遮复必态延迟六周。然后我们详细来看一下、啊，它就指到了民进党政府呢对上海复兴呢才是情有独钟，尤其在当时呢，其实。 蔡英文在开绿灯之后，就是开放民间的可以采购疫苗之后呢，高层是成立了所谓的四人小组，而且呢四人小组里头有谁呢？光晴姐也一一的点名出来了，除了有总统蔡英文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行政院长苏贞昌，以及顾立雄，还有当时指挥官陈时中。而当时呢，在民间采购 B N T 疫苗签的是四方合约，为了呢政府坚持修改所谓的“复辟”态标签，延宕了六周六星期。 大约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了，而且我们看到，其实郭台铭呢，去年在八月三号的时候呢，是特别飞到了欧洲来进行催货。上海复兴的当时就突然间抛出了有将近两百万剂进不了中国的疫苗，而这个时候呢，是所谓的四人小组就决定，好，OK，我们要来接收。当然呢，那郭台铭就很傻眼了，事后就认为说。 之前既然已经去了富必泰的这个标签了，一千五百万剂的疫苗只差了十天就可以陆续交货了。结果呢，你连十天都没有办法等吗？那么如果这样也可以的话，那为什么之前非得要需要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难道人命都不值钱，还是又是因为政治因素而来产生这么多的争议吗？现在就他也特别提到了，为了要避免这个政治干扰，又想要大幅降低疫苗的价格，郭台铭呢？ 跟 BNT 一直想要甩掉代理商上海复兴的这个东西，并且呢，在去年十二月十七号的时候呢，即宣布呢要直通管道跟口头承诺让利的这个部分，他们也把这个窗口也移交到了给陈时中，也就是当时的指挥官。结果没有想到呢，当时就被弃之如敝屣，这个线也就断了。不只是断了，而且呢，人家也被你得罪了。当然呢，这些呢。 文一出来之后，系列二、系列一、系列二出来之后呢，现在也重提到了所谓的“拆富逼害这个布条。指挥中心也进一步说了，哦，这个是不是事实啦？不要混淆视听，这个样子。指挥中心说不实消息呢，由于主观恣意评论，无视事实，混淆视听是伤害防疫人员的行为。洪光芹也不是神油的，马上怒回陈时中，你根本就是在搅事，根本就是在狡辩。由于、啊、他们第二天你仍然等不到这个最后上道的这个说辞，到现在还没有个证。 正面的回复，通通都在官话连篇，甚至已经到了答非所问、鸡同鸭长的地步。不愧是有出息的真男人。而且呢，光晴姐也预告了，今天将会有系列三，系列三，请你再接招。但是现在还没有出来。如果等一下有的话呢，大家也可以随时为你来掌握这个样子。那么，除了这个疫苗争议之外，还有选举啊等等黑金等等。我看到现在蔡政府内阁改组是已经。 迫在眉睫了，因为哦，这个体制是已经崩盘了吗？看到最新民调是已经达到了执政的死亡线下不下车那不行了，因为蔡英文的不满意度是已经攀升到了百分之五十八点二，是已经过半了。苏贞昌的不满意度也必逼,逼近了六成之多，这数字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高。而吴子嘉呢也说了。 现在呢，苏贞昌预计可能会在总预算过后来下台，这个呢是吴子嘉预测的时间点。好，那么如果苏贞昌真的到时候下台的话，那行政院长换谁来当呢？有没有可能是陈建仁呢？因为有百分之三十三的民众现在呢就挺陈建仁，那他的出现几率是不是就是最高的？不过学者就进一步说了，但是呢，蔡英文最信任的还是苏家全。看到现在哦，谢和奎的传闻不断。 陈建仁也是开始在拜会民进党立委了，已经开始有动作要来慢慢布局了吗？好，看到现在呢，葛魁的这个宝座不保了，那是不是苏贞昌身段也渐渐变软了？我们看到以前的苏贞昌可能就哦很凶啊、很硬啊，还会跟明代对呛啊等等的，那现在是不是这个身段有越来越放软了呢？看到呢？ 现在难道是因为想留任吗？因为苏贞昌就说了，他将带着成员继续努力。虽然说我这个继续努力，后来又说，哦，现在公务人员里面不免会有一些败类等等，但是总体看起来好像态度跟以前比起来是有点的不一样的。此番话呢也引起了政坛联想，难道你就是想要继续续任阁魁所以呢在最近这个时间保持一点低调的这个生态吗？还是说，凡是必好都好争的这个苏贞昌，竟然是那只软字里行间释放讯息都是说。 我想要留下来。当然，这个内阁改组势必好，应该是会登场吧。就连这个徐国勇自己也透露，这个内阁改组。 预告至少除了自己之外呢，还有两个格员异动，也直接点名到了苏建荣，还有呢陈吉仲这两个人。当然呢，徐国勇现在呢在卸任之后呢，在离职之后呢，是直接接了这个节目主持的主持棒。离职前竟然还摆烂，怎么说呢？他直接让受害者权利回复基金会成立跳票吗？原本说这个时间点是要在十二月十号的时候成立，就是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国际人权日当天想要成立这个挂牌，结果没有成立。现在都已经十二月二十五号了，还是没有个影子。不止归宿，还跳票。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呢，在这个成立数发布啊、数位发展部的时候，哎，怎么就很快速？难道在这种时候，两者相比就可以看出执政党到底真正在乎的是什么东西了吗？我们先请教一下杨平哥，你怎么看？就是从这个疫苗整个这样子系列三，今天准备要登场了，真的是。 让人家看了也是蛮眼花缭乱的。对，我们都在期待这个光晴姐今天还会发什么样的内容哦。那前两天有一个关键哦，就第一篇系列一的时候，郭台铭的粉砖的账号是有去暗赞的，<laughs> 是有去那篇文章有认同的概念。对诶，我觉得某种程度啊、哦、这就是说，当陈时中发了一篇去驳斥说，哎，这个都是内容都是什么呃什么穿凿附会，啊、对，什么什么穿插的，嘿，可是郭台铭去暗赞 如果郭台铭的粉砖，不管是他的小编，还是说怎么样，总之郭台铭身边的人是认可光晴姐的这一篇的内容，更何况里面描述的是郭先生他所亲自遭遇到的内容，等于是认证啦、啊。对啊，所以你看哦、喔，嗯、不管陈时中，不管指挥中心，即便他们去说啊这个内容什么不实啊、抹黑啊，他们敢去提告吗？我觉得就就就一个标准，你们觉得光晴姐说的是是这个呃有内容有错误啊有虚造，请去提告。 哎，这是对我们国家采购疫苗的一个很严厉的指控，尤其是这个所谓的复必泰的这个部分哦，就是呃，我们希望的，就郭董他希望是我们不要经过上海复兴，因为他民间捐赠的时候已经被上海复兴抽了这个一每每一季有将近一半的售价是要给上海复兴的、哦，那。 他买了，他就觉得说，哎呀，那如果政府后续买的话，我们可以帮政府省钱，所以直接跟 B N T 原厂的话，可以便宜一半呐、啊。他都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结果最后政府要买，还是去找上海复哼，<是>那不禁让人怀疑说，哎、欸，到底是谁要抗中保台啊？哎、欸，你你说这个这这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厂商，哎、欸，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他接洽？人家都已经帮你搭好一个桥，可以直接跟 B N T 原厂了，结果这时候你骂人家说是什么 B N T 推销员？我觉得这些官员哦。 那十六字真言哦，那个朽木禽兽真的不为过，真的不为过。那至于我这边特别要补充一下哦，徐国勇这个部分，因为这是我，这、就是我，你知道那呃前几天收到一个家属，那是受难者的家属，因为其实这个是在促转会他的任务完成，促转会就是把相关这个转型正义，比如说有哪些案件他们被认定为是所谓的不公不义，好把它公告之后。 这些受难者是可以得到相关的补偿的，而这个法今年五月三读之后，本来就是要在年底要成立这个基金会，处理这个后续的补偿的相关权利回复的这些这些事宜哦。结果，哎，内政部是在十一月份，十一月份就是上个月就已经说我们要在十二月十号把这个基金会挂牌成立，明年一月一月一号开始受理。 这个相关这些所谓的呃受害者家属跟受害者的这些所谓的呃补偿的申请，结果到现在什么都没用啊。对，然后呢，现在听到说是诶、哎、明年一月才要成立，那到时候诶、哎、过一个礼拜就农历年啦、啊，那你要这些受害者到时候诶、哎、拖到农历年后二月份才开始申请吗、哎？诶你知道很多受害者他那个陈情来的这个这个民众，他说很多受害者八十岁九十岁的、哎，诶一个冬天你都不知道能够。 他有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基金会成立？有没有办法真的去申请到这些所谓的补助？政府是要依托让他们一个一个凋凋零吗？我觉得这非常非常过分。所以徐国勇居然还在那边放什么什么谁谁会什么内阁改组？因为其实苏建荣跟陈吉仲都是早就讲好他们要戒掉的，早就讲好他们要回去学校教书的。那你今天放这个，还不是为了你的宣你的这个什么宣传你的节目？ 可是你心里面有没有想过，民进党打着转型正义要去帮这些所谓呃受难者家属去争权益的这个名义成立处转会，然后通过这些法案，最后居然是用这种拖的方式处理？我真的是觉得民进党的这些官员哦、喔，不不只是呃无能、朽木禽兽，而且呢是坏蛋。强调要转型正义，结果呢推出的数发布动作就很怪，通然后不管是怎么样，然后结果现在呢？ 跟这个有关系的，人权国际的这种关系，就以拖代变吗？还是怎么样？志强哥，其实呢，本来就是他们的一个所谓装饰品。嗯，对他而言的话，权位才是最重要。实际上，这一次民进党选举之后啊，他们已经有三大票房毒药：蔡英文、苏贞昌跟陈时中。好，那你先看苏贞昌，大家最近身段放软啊，大家不要被骗了啊。苏贞昌其实还是。 他没有那么容易下来的，虽然所有人都要下来，他现在已经是民进最大的一个拖累者。啊，蔡英文继续神隐中嘛，然后消消失在政坛当中，然后让大家完全感受不到他的存在。<laughs> 那至于陈时中已经下架神坛哈，那你可以看到这三个票房毒药，其实谁是政坛上最好的银筷子试毒的银筷子？你知道谁？就是吴一农。Oh, OK，对你有没有看到吴一农找这三个人任何人出来帮他们站台？有没有？ <laughs> 不敢嘛，所以因此，现在这三个是公认的票房毒药。那公认票房毒药是原因是什么？就是刚刚杨明也提到啊，郭台铭讲的啊，对不对？朽木为官，禽兽食禄，话讲得多重啊，是不是如此？你光看今天黄光景提的那高端跟提的谁的那 BNT 的事情。 我我真的是全台湾走透透，全台湾民众最愤怒、最愤怒一件事就是高端，民进党的护航高端到无所不用其极，他所有包括 B N T 这整个所谓的一些，我们讲拖延也好、阻拦也好、不甘不愿的接受也好，然后想方设法去挡那个郭台铭挡慈济来去捐 B N T，挡不住才那个勉为其难、不甘不愿的开放。 根本的核心不是挡 B N T 啦，根本的核心就是为了护航高端嘛。刚开始郭董去买的时候，要想要进 B N T 的时候，其实不只是郭董，我都有民间的团体来跟我讲，嗯，好，有一个很很有名的公益组织，他就曾经来找我跟我讨论说，他们想要引进 B N T 或者其他国际疫苗进来，然后呢，马上就得到政府高层的关切。 直接告诉他一模一样媒体报道了，不要想了，不可能进来的，你们不要浪费力气，不会让你们进来的。多少的想要，当时因为当时全台湾人民水火之中啊，我们需要疫苗，大家都非常急切啊，所以都很急切，所以一些企业家、慈善团体、公益团体、台那个包括慈济、郭台铭，为什么紧张？就看到人民一条一条的，就是牺牲掉。可是唯一不急的，就是什么？就是今天民进党政府啊。 为什么讲谋财害命？抱歉，B N T 的暴力是不是谋财？而今天到最后，就陈水扁讲，你踏着万具尸体，这是不是害命？所以黄光芹今天讲这些事情，都讲到人民心中的痛了。这个痛，我必须说哈，你现在讲陈时中也是一样，就是反正我就是已经现在已经下台啦、啊。我这边抓，不能到此为止啊。 我也觉得，二零二四为什么一定要政党轮替？没有别的事情，只有政党轮替可以把这些狗屁倒灶的账全部掀开来，而新总统有义务还这万具尸体的公道。 好，不管是徐国勇承诺大家的，不可以直接摆烂，还有这个疫苗针要持续追踪。我们看到他们，尤其到这个民调，哇，已经攀升到不满意度攀升到百分之五十八点二了。对，宝珍你怎么看呢？我觉得苏院长，我本来也有听说一些立法委员有讲到，哎、欸，他现在看起来好像有比较稍微收敛一点看，看似谦卑一点点。<laughs> 因为之前在那个立院的时候，他在备询的时候都超呛嘛，吵什么吵，你叫什么叫，嗯、就是大家就觉得怎么会敢这样子去。 对人民选出来这些民意代表去这样子讲话，而且他下面的这些部会首长全部都跟着他有样学样，所以上梁不正下梁就歪掉。上水上水 <laughs> 好，那我们再来看哦，他现在你说他看似好像有变得比较这个谦卑，对不对？但我那天看到他说那句话，就是刚刚文月有提到的，他说三十五万的公务员里面难免有败类。 你推到公务员身上看他们真是没事躺着也遭殃，你知道吗？人家那边兢兢业业做好他们自己分内工作的事情，你为什么要推脱给别人？这让我想起来之前在疫情突然严重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苏院长也讲嘛，他说啊，这个大概是国人有点放松，然后有点松懈，然后大家不要松懈。 永远都是别人的错，这就是我们民进党政府他一直以来所标榜的谦卑，是要人民谦卑，不是他们自己谦卑。所以呢，永远错都错在别人的身上，这合理吗？好，再来，现在到底苏院长他到底要不要下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真的现在目前台面上看起来有那个 g u 可以一直帮小英总统挡子弹的，去逐那个防火墙了。现在看起来我觉得苏院长他还是最佳的人选。他如果一旦下来的话，蔡总统他可能找不到。 第二个人可以这样子帮他挡子弹，义无反顾的挡子弹哦，因为你自己看哦，蔡总统已经两年来没有受访了嘛，对不对？他现在预计二十七号要召开国安会议，现在外界都在期待他可不可以出来让媒体采访一下，果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其实不是不能够受访，我们自己当过记者人的，我们都晓得，好，比方说总统府你的发言人也好，你的相关的一些幕僚也好，先跟记者去收集问题，然后让你们自己内部的人员去整理好。 你答之后再给蔡总统去做回答很困难吗？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蔡总统如果一直不愿意去面对民意，然后面对记者的采访，面对这些问题的话，我觉得他只会离人民越来越远，而且我觉得会反映在二四年上面。好，刚刚提到十二月二十七号蔡英文总统，哎、欸，可能会出来，那出来要讲什么呢？下一节会提到。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结果郭董要买的时候，又要重新申请 EUA，明明是同一个疫苗，为什么要申请申请一次？对，他现刚刚发，是不是十分钟前？十分钟前，就是我们讨论到一半。如果现在在线上的网友呢，有听到我们讲话，刚有提到，就是光晴姐今天系列三，她已经 PO 出，她在她脸书上了，十分钟前，嗯，我来搜搜，还热腾腾的，热腾腾，热腾腾到。 这张照片不觉得很笑、啊、好，没问题。哦，我看到了。哦，这篇很长哎、欸。没关系，重点就是 EUA 卡关，卡到八月三号才给，而且是顾立雄。 马上做！哎、欸，高兴姐讲的好细哦、喔，他连对话啊什么都整理的很清楚哎、欸。这个都是亲身参与的人跟他学的啦，<對>一定是我们來等下来看郭董会不会按赞，这个一定是权威管道的。<laughs> 基本上，敢写这个过程，就你没有其中。 那个参与的人的那个授权是不不可能、嗯、是没有办法写出来的。<對>好哎呦，下一趴要讲小脓包喽。<laughs> 哎、我说我在翻我你那个 IG，哪一个？就是你哦，那个影片的那个、啊。OK，OK，好，你说啊，所以影片的，对,对对对对，啊、就是你不是有剪一个，就是吴宇农那个证件发表的那个，哦，那一部我看超多次，然后我还一直给我身边的人看。<laughs> 其实吴宇农其实蛮好笑的，<笑>那段蛮逗趣的。我不，他其实不是惹人厌，他只是很好笑 他得他那个笑容可以就选炮。就就会大家就得他命真的很好啊，对啊，民进党一直漏水啊，漏水就是一直害他失奔啊，你你害他害到他都不敢找他的站牌。你看多惨，你看那个本来要找何志伟就结果赵介又一封信，何志伟就不能，好惨，到他现在的确民进党都没有也没有人想帮他了。 有啦，阎洛方都很认真啦。你说 <laughs> 还要去接他一下这样子吗？那个画面超好笑的哎、欸。我们等,下,方我等下会播。帮他哎、欸，只剩他了。蛮惨的，只剩他了吗？好像只有他，每个新闻画面都是。还有那个，还有他去接他，<對>去门口救他。因戏、啊、<laughs> 的这两个礼拜，哎、欸，这几天开始跟他合体。 看到台北市哦，立委补选的这个位置哦，一月八号选举就要登场，在两个礼拜的时间，看到民进党吴一农还有国民党王宏威，现在每天也是勤跑一些行程啊，市场拜票等等的。结果呢，哎、欸，王不见后啊，在这个市场拼人气，双方速度擦肩，结果两人是完全零交集的，两人就这样，有没有看到一边一个人这个样子？好，那现在吴一农呢是打算自办投家发问，他也不敢跟王宏威面对面。 面来辩论吗？我们看到、啊，因为王宏威其实也提出了不止一次，要不要来直接我们来辩论啊，针对政见啊，针对我们的一些想法等等的。结果呢，吴宜农也不止一次直接跟他回绝了，宁愿自己办头家发问，也不敢跟他面对面吗？好，现在呢，不敢面对面就算了，结果呢，自办民调，难道是想要切割陈时中吗？现在呢，他自己说内部民调仅仅落后王宏威。 百分之四点五，吴一农的靳总办公室也说了，这个胜负关键就看这群人。所谓的这群人，指的就是年轻人。这个民调呢，只说他落后王宏伟百分之四点五，而中山区呢，更是领先了百分之三点五。这个呢，我们看到了，其实在二零二二年，就是十月十六号的时候，郑文灿曾经有提也是提个民调，说郑云鹏民调是领先的，需要加大到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八。这个民调落后，为什么？ 要特别公布说自己的民调不如对手呢？难道想要打出的这个就是告急牌吗？ 民调落后，吴依农一石二鸟，打出了告示牌，说：“哦，大家一定要投我，因为我才差一点点，一点点，一定要出来投票。”以出投票之外呢，难道也是想要排挤陈时中吗？因为很明显，跟当时陈时中打出的这个方式很不一样。当时陈时中说：“哦，我赢对手已经有多少了，已经有多少了。”一次呢是想要引发这个所谓的气爆这个效应。现在呢，吴一农发布了这个自办电话民调，尽管我们后面看到这些，不管是打出告急牌还是排挤陈时中，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资料不全，恐怕。 怕是已经违反了选办法，这个呢是国民党那边提出来的。而至于今天哦，诶，他也有行程呢、哦。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画面。今天哦，是新任议员的就职典礼嘛？结果呢，吴一农也特别去喽。他特别到了这个议会要来拜会，不过就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因为我们知道吴一农他并不是议员的身份，有没有看到？他就被这个警卫询问，而且甚至是说挡在外面了。刚刚好在当时呢，颜若芳。 在抵达的时候逃，潜岛看到了这一幕，然后有幕僚呢就向严若芳求救。最后呢，有没有看到现在呢这个画面？就是呢，吴一农在严若芳的陪同之下。 顺利的进到了这个协会，这场面也是蛮尴尬的哦。看到了记者就直接问说：“难道你是没有联络好吗？跟很多之前的行程一样，又是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呃问题差错等等吗？”吴宜农就说：“哦，没有，我是在等议员，我没有被挡在外面。但是刚刚画面大家也看得也蛮清楚嘛，其实那场面就是非常非常的尴尬。好，颜若芳刚好现身，就成功的救援了。” 那网友也很酸，还不赶快谢谢你自己的房东。不过我们讲到要选这个议员哦，也选这个立委，当然证件当然就是重中之重了。吴依农一直不停在批评王宏伟，包含了何二啊，还有何三场的这个演艺主张非常的空洞。吴依农说，提证件不是在许愿。 不过呢，我们看到吴宜农的证件还有王宏威的证件，学者就直接提出了这个所谓的网络声量比一比，包含了和二和三的演绎，还有监督预算呐、啊，还有还税于民啊，紧销加减等等的。王宏威提出的这些议题，包含了我刚刚提到这些，在网络声量当中都是比吴威农还要高的。有没有看到蓝蓝的这个线，都是比吴宜农还要高的？好，有一个比较高，有一个吴宜农比较高，就是松山机场的这个签件。 但是哦，这个迁移的这个证件呢，虽然说民调。 声量的部分高出了很多，但几乎都是反对的声量，认为这项证件都是在吹牛、乱开支票的，高达百分之三十一。你提的证件好啊，讨论度很高，但是都是负面。你还敢说人家提证件是在许愿吗？好，而且呢，就算呢，就是面对面不想要辩论的话呢，连被问到辩论是不是血战呢？因为他是直接答非所问，人家问你辩论的东西，结果呢，你就回答兵利说啊，笑一笑就好。 蛮有趣的，面对国家安全危险，我们提出兵役改革主张，怎么会是血战呢？可以看到他没有直接的回答，就是说这些媒体或者是说质疑的部分。好，今天嘛，十二月二十五号，圣诞节。 蔡英文也送给大家圣诞节礼物了吗？看到现在呢，就媒体传出来，这个疫情呢将延长为一年。蔡政府呢，蔡英文将会在二十七号的时候拍板，也就是下礼拜二的时候。那他自己本人现在会不会自己出来宣布这项消息等等等呢？目前掌握是在十二月三十一号前一定会公布，而且呢，预计会在一年之后来实施，也就是二零二四年的一月一号开始，满十八岁还。 还有九十五年次以后出生的一男的疫情，将从现在的四个月延长到一年的时间。好，另外一个礼物是什么？这个呢，义乌义的月薪也渴望从六千多块钱调整到一点五万元，可以看到呢，调升了蛮大一个幅度的。 不过呢，我们在讲兵役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如果蔡政府还是因为在抗中保台，两岸的关系哦，不停的在情绪拉伸的状况之下，那抗中保台这个样子还有没有效？认知到只有抗中牌是不够的，所以赖清德现在是不是因此就提出了所谓的和平保台，把抗中这两个字哎拿掉了，以和平保台来取代，也是不是在暗讽蔡英文的策略失败呢？想请教一下志强哥怎么看？ 我其实觉得有点悲哀哈，尤其赖清德讲和平保台，你看过去这六年多，谁敢讲和平两个字，你就是中共同路人、啊、你就是卖台的集团，你就是柯文哲红星拔拉对啊，<laughs> 和平不就是台湾人民最大的心愿吗？你明讲搞了多少，已经快七年的抗中跟仇中，但你今天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了，赖清德回头跟我讲和平，当然我还是肯定赖清德啦。 因为我们这些主张和平的人，我们才主张是有尊严的和平哦，对不对？你中共军机来台湾，我一样抗议啊！你中共打压台湾的空间，我一样抗议，我跟你据理力争啊！马政府的时候，中共如果打压马政府，也第一个时间出来看。但是两岸可以好好相处，可以坐下来做一些大家彼此互惠互利的事情。可是多少年，今天只要是主张两岸要好好相处的人。 全部都是中共投入，连王世坚都不放过。赖清德今天讲和平，我觉得是正确的第一步啦。但是呢，要不要跟过去的那些所有被你们抹成中共投入的人，好好的道个歉？歉那接下来讲吴宜农哈，其实讲吴龙，农，帮吴宜农讲几句话。第一个，你说吴宜农切割陈时中，坦白讲，我就不公平啦。啊，为什么？因为吴宜农也切割蔡英文啊，他也切割苏贞昌啊，为什么要特别标举陈时中呢？陈时中现在谁敢在他身边啊？陈时中说真的。 今天最好的形容就是陈水扁形容的嘛，踏着万具尸体，民众今天过去对他期待有多高，现在失望就有多深。当那个丑陋的心衣打开来之后，不但是没有穿衣服，身上长满蛆，就是你不把人命当一回事，这是让大家最愤怒的一件事情。你不把人命当一回事，那吴一龙哈，我我这样观察他打选战，说真的，我必须说哈，其实。 他有几个特点啦、啊，第一个哈，其实他也不是很讨人厌，就常常让人家傻眼而已。好，然后呢，他也不是个仇恨值很高的人，但是娱乐效果还不错。你会发现做很多事情真的说真的，还的非常逗趣外行，然后有点有点白目了哈。我那你敢讲民调哈？哎、我们选罢法规范的很清楚，第五十三条，民调选举的民调是有一定的格式的。 如果没有那个格式，是要罚款五十万一到多少？要罚款的、啊。所以你今天自己弄这个民调没头没尾，不要讲没有公信力，你甚至都已经违反选霸法了。那你怎么会他妈二百五到这种程度呢？最基本不该犯的错误嘛？那你有看哪个候选自己去办一个所谓自办民调的发布会呢？那你看这些所有其他的包，呃啊，多不胜数啦。到议会，你起码先沟通一下，沟通一下嘛，对不对？ 啊！结果你在那边，你会发现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准备好，好尴尬、啊。对对，就变成大家你尴尬，大家也尴尬。嗯、所以吴一农这场选举，我觉得很大的关键哈，就是说第一个大局势对他不利，第二他自己也经常出包，所以然后刷脓包，他生气，但是很抱歉，你真的是脓包。杨明哥，你怎么看？呃，我先讲吴一农啦、啊。吴一农他这个动作到议会哦，嗯、就是很明显就是去抢一个曝光的机会。 那、啊、因为王宏威今天要去就职嘛，所以他就是要到议会。你看他一进议会的第一件事情是接受媒体访问，所以他他的重点不是我要去拜会议会，我是要去被媒体访问，我是要曝光的。好，那当然他的民调，我是觉得我我要给他肯定啊。为什么？欸、民进党很少会公布自己落后的民调，<laughs> 对不对？那个郑文灿也说领先。 郑运鹏也说领先，那个真的没看过。对啊，那时候沈惠宏他们也说他们领先，没有一个不说他们这个落后的，你知道吗？就几乎都是，哎，以前都是自己他们那个吹哨子壮壮胆，然后都是说自己嘿、欸、都都很胜券在握。少数哎，有像吴怡农这样的人会说，我现在落后，嗯，我现在是落后的。我觉得某种程度哦、喔，他真的很不民进党，哎，但是但是基本上吴怡农哦，在整个你说包括像这个兵役的议题议题哦、喔。 本来应该是吴怡农的加分的议题哦，可是是民进党高层自己父子骑驴呀。本来大家都知道这个蓝绿没有人反对，就是要延长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现在发现说啊，四个月的这个军事训练真的不够。可是大家都有心理准备了，是谁在败选过后，邱国正部长一发布说年底前要公告，谁说还在演绎中的？是你总统府啊。 是总统府啊，是总统府踩的刹车啊，就过两个礼拜，哎、欸，看样子不对哦、喔，还是得要，还是得要延长哦、喔，因为有美国人的压力，有什么样的压力，或者是说，反正是赖清德要选总统，跟我们没关系嘛，反正我们就照照照章行事，哎、欸，继续继续做。那哎、欸，蔡总统的整个内容，其实你看哦、喔，媒体今天报道已经把所有延长议席相关的内容，那个包括什么薪资改革都已经报的差不多嘞、欸。那原来蔡总統只是去好通过。 拍板一下，对，就是他只是要去拍板，需要开国安高层会议，这是一个国防部公告、行政院会核定就可以处理的事情，要总统亲自处理吗？没关系，我觉得他如果有出面的话呢，基本上呢，就是对大家来说<以>哦，是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对，所以因为如果二十七号嘛，好，我们就期待后天蔡总统能亲自出来开记者会，让记者问到宝。好，宝呢？嗯 就是我也好期待小英总统出来受访，<希望 S 1> 但我一直觉得他好像会躲起来、欸，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当你已经习惯躲，或是你已经躲太久的时候，你要踏出那一步，其实会更不容易，很困难。然后特别是因为现在九合一大选，民进党又大败，所以他现在这个时间点出来，他简直那个心理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吗？所以我我自己在猜想，他二十七号要出来应该不太容易，但如果真的愿意出来的话，一定要帮他鼓掌，好不好？大家一定要多给人家一点鼓励，<laughs> 他都已经。 跛脚总统了，我们给他一点点鼓励，让他有信心走完他最后的任期，这样子。好，那我们先在讲一下赖清德。这个我觉得赖赖清德副总统，他在这个时间抛出这种所谓的和平保台，当然就像刚刚强哥提到，我们先给他一个这个鼓励啦，就是他愿意去转变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因为真的太多太多的民众，他们很担心会战争。那现在有个问题来了，我觉得赖清德副总统他现在抛出这样子的一个 slogan 哦、喔，他在吸中间选票。 因为呢，其实最近已经开始有一些声音在讲了，就说哇，这个号称台独金孙的赖清德，如果假设真的选上总统的话，接下来两岸是不是要直接打起来了。他们就说，哎、欸，对岸直接就看不过去了，说，哎、欸，你怎么可以？这里面选出这样子的领导人，代表你们的想法是往那个方向去的，所以是不是真的要打仗？这是大家最近很担心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时间点抛出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他真的是想要把他的中间选票极大化。他现在基本上绿营的票，那些支持者他不用太担心，因为他在副。 副总统的任内，不断的跑基层，而且我听说他在基层的那些座谈会，一些什么发表自己的一些证件什么的，他是在门口那边鞠躬送每一个党员走，哎，一个副总统这样子的身段，真的不得了，所以我相信在绿营的支持者一定会投给他，但是他必须要去吸更多更多的中间选票，他才有机会。好，谢感谢。 时间来到了下午三点钟，那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陈文月，紧接着，先欢迎到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公运人士郑村奇正老师，大家好；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忠，文月好，大家好；以及淡大战略所的副教授李大忠，大家好。 好，我们先看到，我们看到这一次九合一的选战，民进党真的是败到史上最惨。但是呢，如此的惨败，是不是还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首先，先看到了民进党还搞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吗？因为呢，在吞了败选之后呢，何心纯竟然是喊出了“政府，你们应该要赶快学学川普啊、拜登啊，来进行纾困啊。”结果这一番说法，网友就看看不下去了，又是一个以为靠发钱就能够平。 及民怨是把人民当做乞丐吗？包含了网军问题，包含了黑金问题等等等等的这些傲慢的东西，没有进一步的去做检讨，结果一直发钱就有用了吗？而且呢，我们看到了蔡英文呢，今天呢、啊，十二月二十五号。 昨天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是平安夜，蔡英文也有发文哦。他说：“哎，今天是平安夜啊，天气还是很冷，不管是出门还是跟亲友团聚，或是待在家，提醒大家要做好保暖，注意身体健康，祝大家平安佳节愉快。”但是我们看到天气冷，或是要大家吃饱等等的，现在人民的生活度得过得多苦，蔡英文你看到了吗？现在苦撑哦，真的是为了求口饭吃。怎么说？我们看到呢，在昨天的时候。 圣诞节前夕，平安夜的时候，桃园急动哦，到昨天哦，到今天早上呢，就有九个人欧卡，目前呢是只有一个人有救回来的，而且哦，不只是这个温饱的问题，真的很苦啊，有百分之六十八的上班族是领不到平均薪资六十七万元的这个数字哦，百分之六十八是创下了统计来的新高，多少人百？ 一半以上的人是领不到平均薪资的，看到这个差距越来越大，劳工是越过越苦了。而且呢，最近这几天吵得沸沸扬扬的，就是这个清洁阿姨了。她跟伯克兰和解了，而且这个和解呢，她也很有骨气，说哦，我不愿多拿钱。她发声说只收符合劳基法的金额。但我们回归于整件事情哦，伯克兰呢，就是疑似用这个假承揽真雇佣的方式，而他呢，这个。 清洁员阿姨，她就说：“我就真的是为了那一口饭在忍耐而已，而那一口饭，她就忍耐，一忍就忍了二十年这么长的时间。” 公司赚大钱，结果呢？一百万左右和解，轻松的解决自己该付的几百万，还有责任。请问这些，我们不管是说温饱，还是说薪水，还是说这些为了二十年就忍一口饭的这个清洁工阿姨，政府你看到了吗？还是说政府呢，已经忘了自己曾经跟大家讲过的什么？大家最有印象的就是，歪外乎就是二零一六年的时候，蔡英文总统当时的说的这一句话：“劳工本来就是我们民进党里面心里。” 最软最软的那一块，哇，这个到现在讲啊，还是听不腻哦。但是呢，到现在到底有没有实行呢？还有二零一七年的时候，他也讲了，嗯，我们真的很需要一立一收啊。结果呢，蔡英文的回复是说，你去跟你们的老板自己说嘛，自己不争取，跟我来讲有什么用呢？哎、欸，你是总统哎、欸，好，我们现在讲在这边呢，可能大家没有感觉，我们直接把画面找给大家看，劳工本来就是我们民进党心里最软的那一块。 就是在跟政府，这个政府，這,這,这个东青电视，不跟别人讲，你们要自立自强啊，跟你老板说嘛。当时听到他说去跟你们老板说嘛，当时就已经引发哗然了。结果呢，现在再看一次，不管看几次，还是气得牙痒痒。哇，你是总统哎、欸，结果呢？ 这些事情不止没有去做好，还把他问题呢再丢还给这些需要帮忙、需要帮助的民众，而且呢不检讨不修，还要靠抗中保台。 再一次的转移焦点吗？看到管抖音管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在呢，正院是指示数发布要提这个所谓的屏蔽的做法，如例如说你封锁域名或者是 IP 的这个网段的位置，使民众呢不能够透过这个所谓境内网络浏览抖音。请问一下，这个方法到底？ 那网友就直接傻眼了，你要不要直接干脆禁止上网就好了？限制这么多，你现在是现在是共产党还是如何呢？直接把抖音内容上传到 YouTube，那结果还不是一样吗？还是抖音啊，只是抖音把它放在那个平台这个样子。而且呢，我们看到抗中保台这个，你就算做了这个小三东，你做了还是做做半套吗？ 还所谓的小三通的游行，是有超过了这个五百位的金马民众跟陆配一起站出来连声抗议了，提出了非常多项的中转方案，呼吁政府接纳，赶快把这件事情给解决吧。现在呢，又把民众的话当成耳边风吗？陆委会就说需要行问才能够治远呐。至于我们看到了富含申请这个所谓的 KTA 呢，是被标。 中国台湾外交部的的那回应就很强硬啦，就说我们已经表达了抗议了，已经跟抗议他们说不能用中国台湾的这个名字。结果呢，我们回想到了之前有日本团体来巡回的时候，公告就写着中国台湾呐。那个时候政府怎么就没有进一步的去跟日本来抗议呢？难道又是一个双标了吗？更何况哦，郑运鹏的公司自己民进党的人哦、喔，公司也是以中国台湾赴大陆来申请专利啊。 结果呢？又怎么说了？日本大哥好就好棒，没问题吗？自己人这个样子也没有关系了吗？而且呢，抗中保台双标到什么样的境界？我们看到成绩中啊、哦，也对 A 股发达上了大问号，批中国多次片面暂停农产品的输入是不友善的。你批评人家不友善，那请问蔡政府自己对人家是很友善吗？网友就说了，现在呢是执政第一年吗？你要讲这种话，你去跟蔡英文讲啊，你不然你一面。 抗中一面又要中国跟你买东西，被禁止输入之后，才在那边说不友善，不觉得很矛盾吗？郑老师你怎么看？这两天大家忽然就是注意到伯克来这位清洁工阿姨的事情了，这个事情真的是不堪无问的。如果认真谈下去，台湾大概就大概就倒了。我怎么讲的这么严重呢？啊，这个绝对是冰山中的一角。然后被揭露的时候，群情哗然，那公营团体也跑出来了。 劳动部也跑出来了，特别是劳动局也跑出来了。那一些正义人士也都出来发声，当然很重要。特别是律师帮他争取到权益。那伯克来发现说事情闹大了，把他的主机室的这个调职之外，该补的都补。哎，这位阿姨很不错，多要另外除了该补他的一百多，多给他。他说我不要，我不要，我要是要这么多。我看那个报道说他一次大字不识，怎么会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帮助？是他忽然间被解雇的时候，因为他平常。 在博客来非常的照顾里面每一个人，把里面的员工当自己小孩一样。那些人就觉得路见不平啊，帮他介绍律师。要不是他这样子，我跟你讲，连找到一点资源都没有。我再讲一遍，是冰山的一角。好，你劳动部现在才调出来，你难道不知道吗？劳动局难道你不知道吗？劳团就是呼吁说要全面劳检。我刚过劳动局，劳工局长，我都知道这些都是废话，这不可能。我为什么后来不会去跟着马英九继续往上做？ 因为你知道说，在局部的，你做一个地方政府还可以做一些保护劳工的东西。真正如果碰到制度面的，是无能为力的。整个台湾不管蓝或绿，全部面对资本的时候，全部都倒了，都是面对资本家。然后两边都玩国足游戏，特别是民进党啊，那就是要不当中国人，要当台湾人，要当台湾人，当台湾人。如果你被剥削的一文不值，干完做裸宅，干完做骷髅，都就,就是不愿意当中国人。 那用这个东西来欺骗我看到《联合报》访问的劳工阵线的孙有莲，她是最不要脸的了。他们这个民进党的外围，长期把劳工骗，叫他们去投民进党，忽然间出来讲的很正义，说这个不对，那不对。我要问孙有莲、陈菊、简席阶，你们不是都是一伙的吗？你们拿到政权了、啊，你们做了什么事？然后今天有这样的劳工参与这边说圣诞节平安，那你们民进党这些？ 包括劳工团体是最大最大的。你们过去在公寓里面出卖运动，你们还欺骗劳工。忽然间，今天联合报报道他不知道，以为说我、哦、这个孙友连劳工阵线多正义，他们是埋葬劳工最大的罪魁祸首。另外，我是觉得说，这个还是法律规定的很清楚哦。雇佣跟承揽，我今天不是讲卖弄这个，其实很多劳工连这个都搞不清楚。这么清楚的<是>伯克莱这么大公司。 付得起的都要克扣，那你想想看，很多中小企业想尽办法就是钻法律漏洞，把雇佣明明是雇佣，那给它改成承揽，然后规避。那很多劳工一来不知道了，二来知道也不能怎么办。这个真的劳工谈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抗争？你敢抗争啊？今天台湾的另外一个很大问题是，能够做劳工支撑的，在国外都是工会，就工人的组织自己起来相互帮忙。 可是我也搞过工会运动几十年，到最后，劳工终究还是被民进党拐去说靠政府。民进党的进物，其他裸干的进物，是我们心中最痛的、最最柔软那一块。我们支持了民进党政府，我们的权利就会保障，反而忽视了工会。那你没有个工会做保障的时候，他怎么敢争？然后你再去到劳工局、到到到这个劳这个劳动部，他就在那边给你化,化解。所以，这位清洁工阿姨绝对是冰山中的一角，一碰下去。 民进党的政府要垮，将来如果明年国民党的政府能够能够拿到政权，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我认为是不会。那这才是台湾劳工最大的悲哀。嗯、真的碰上问题怎么办？哎，蔡总统就说了，你去跟你们老板说嘛，你去跟你们老板说，不要来找我政府啊。亚中哥你怎么看？我觉得春琪啊是在公寓，我认识他已经几十年了，我真的希望民进党政府能够好好听听劳工的声音啊。 民进党它能够崛起，其实劳工在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可是这几年来，民进党怎么对抗劳工的？我觉得民进党这次出现一些问题，就像郭台铭先生讲的，真的是朽木为官呐、啊。嗯哼，禽叫做什么？禽兽食禄，食禄<路>。嗯，啊，嗯、朽木为官，禽兽食禄。我觉得这句话讲的是非常重。我觉得让民进党真的要好好的反省一下。这几年来，民进党对台湾带来的灾难，我觉得是全方位的。 您刚刚谈的是一个小的事情，但是其实你看看，民进党在制造台湾内部的分裂方面，包括南北的分裂、世代的分裂，包括两岸的冲突，民进党从来没有手软。他口口声声讲劳工是他心里最软的一块，可是他是最欺负劳工的这一块。我们就拿您刚刚讲的像小三通来讲，我觉得作为一个国家的我们的总统、一个领导人或者一个执政党，他真正要照顾台湾社会的每一个阶层的小老百姓。 我们知道小三通的确为台湾跟两岸关系做出了巨大的一些贡献。从二千零一年到现在为止，大概总共有两千一百万人次透过这个小三通，最高的在二零一九年的时候，其实就有超过一百九十几万。那现在来讲，两岸因为疫情的关系，但是疫情开始现在慢慢的缓解了。更重要，对于金门的人，你要知道，金门人现在要到大陆去一趟，他透过回到台湾再过去，他大概花到四万五千块钱左右。所以前几天在。 在整个昨天，在这个我我们在这个台北有开始有游行有游行，但是如果说小三通开了以后，大概在四千五百块钱就可以解决了。那对于小三通，对金门很多的朋友来讲，他们在大陆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这个时候下，其实两岸在全世界的疫情慢慢减缓过程中，你可以给一些所谓的一些机制去那个检验的过程。但是小三通应该赶快的开。 我觉得对于两岸关系也是一件好的事情，可是对民进党来讲，它完全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挂帅，所以你可以看出这几年来，他为了意识形态的挂帅，其实很多事情在他眼中就不重要了。然后为了打击一己，我们就举电视台来讲吧，当时的中天基本上一个柚子把易经讲成一顿，可是人家记者后来马上更正，但是中天也遭到了这个官台的一个命运。可是像华氏…… 华氏基本上他报这个共军饭台，可是也不过就是领导人记几个小过而已。所以你可以发现出来，整个民进党它展现的都是一个双标。那这个双标是建立在台湾的社会的整个一个分裂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个台湾的社会是极度的不好的。今天像博凯来出的这个事情，它反映出了台湾长久的一些问题。但是民进党这几年他完全没办法解决。那更重要，刚刚看到很多很多的上班族，我们现在年轻人他的薪水怎么办？现在包括年轻人是不愿意结婚。 为什么不愿意结婚就不会生小孩子？那台湾整个生育率变成全世界最低的。整个这几年来，你看得出来，好像看起来台湾的 GDP 好像有提升，但是台湾社会的高度的社会的不平均的现象，让年轻人觉得没有出路嘛。年轻人不是不愿意生小孩子，年轻人是不敢成家了嘛。你不成家，你怎么怎么再生小孩子？那现在生育越来越低。我告诉你，就算你将来的服兵役，你以后延长到两年，到时候也没人去当兵了，因为年轻人太少了嘛。所以我觉得台湾整个一个社会的问题，民进党这几年来。 他的执政，他完全没有针对社会的问题去解决，但是他由于制造社会的分裂，让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嗯，讲到这个双标其实除了刚刚讲的举例之外，这抗中保的双标也很明显嘛，<coughs> 光是对日本、对韩国、对其他人跟对民进党自己人就有很大的差别。大中哥，对那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哈出的这个事情是韩国的这个电子旅游许可，那它其实从十一月一号就是包括像我们台湾啊、澳门，还有像是日本。 还有其他五个南太平洋国家就已经是无限期这个准许我们这个免签入境，但是系统里面啊就被民众发现说，到最后国籍的显示是显示中国台湾啊有一个挂号台湾，其实这个事情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就是其实刚根据刚才所讲，其实这几年哈不管是内政或者外交，其实我们都政府的最高指导原则就一百零一招就是抗中保台。 包括如果施政出了什么纰漏，还是一样用这一招就可以轻易化解。不过，我觉得老百姓目前来说有觉醒，因为这一次中国台湾哈，应该想想看，过去几年里面，政府甚至包括中华台北，他都有很高的意见或批判。那这中国宝台，他现在当然说已经向韩国表达严正的抗议。但我们要说的是，这是十一月一号就有一个新的规定，那现在都已经十二月底，那两个月，那你之前的作为是不是后知后觉？这第一个。 这个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其实政府的官网上非常注重啊这个抗痛保台，包括我们的官网上会统计每一年我们台湾在国际社会啊，不管是多边的场合或双边，被中国大陆怎么打压，而且是巨细迷一条条这样列。但我们要问啊，比如说今年有好几次的事件已经被列上去，那这个事件有没有被列上去，我们要关注啊。而且长期以来啊，政府在批判的时候就是以北京为批判的重点，但很多时候这可能牵涉到国际组织。 外国的政府或是 NGO，那你有没有一起去做批判？还是你的重点只在批判所谓的北京？我觉得这也要看。那第三个是你有没有做到一视同仁？我觉得也没有啊。就像我们前阵在讨论到的，这个二零二五年的大阪博览会，哦、啊，很清楚，我们是没有用台湾的名称，是用了一个很怪的名字，是玉山数位科技这个株式会社。那政府拨款二十亿啊，这个预算，但我们在里面被主办单位说你不能用台湾，甚至连福尔摩沙都不行。 那我们政府的讲法是还在为这个主办单位缓颊，说啊，这个是日本只是承办国家如何如何。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哈、啊，这个抗中保台，你要想到是一个务实，啊，你不能不一视同仁，而且你真的要做的话，就集民意去做，否则我觉得沦为口号。还有老百姓真在乎的，其实应该不是这些，但争取中华民国在国际的地位，我觉得非常关键。但一般来说哈、啊，通常对于施政满意度不好。 大概不是这些，而是你民生、经济、失业率、通膨、房价，这些是老百姓真正关注重点。所以已经可以看到，是抗中拔台，我觉得是有出现边际效用递减。嗯、假设还沉迷这一招的话，我觉得老百姓会给予更多的一些回馈或惩罚。嗯，其实从这一次的九合一选举就可以搭，大家就可以。 看得出来，就是说抗中保台这一招，这个效应已经慢慢正在简化当中了。好，那么讲到这个中国大陆，其实中国大陆不只是军事、产业、经济等等等，在飞机的制作上面，实力也是越来越强了。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找碰到这样，也是因为这样，然后刚刚才提到那个中天吗？刚刚突然想到那个中天柚子那个吗？对对。反正想要多讲一点，但时间不太够。对对对。柚子那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而且那个那个就是 life，而且是来宾讲错，你就就是现场更正，结果又被开发。对啊。像最近那个 NCC 不是罚了一堆，然后最近也是平板。对，最近也是全部被撤回啊。他们胡搞。好夸张哦，越想越气。真的，你们年轻人怎么看这个政府现在？ 是跟是现在的政府、就是，啊、就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样、啊。讲样的，还有人对他们有期望吗？期望？OK，好，期望的话，当然还是你说现在政府对,对啊，对啊，还是一定会有啊，只是说他们这一次从光从检讨啊、改革什么的话，啊、就目前还看不太出来了。来啊嗯、对啊，这方向就很歪啊！你看，一下又说什么要纾困，一下、啊嗯啊、又说什么哦，是因为。 抖音的问题是因为大陆怎么样？对对，认知在，息干扰，就就就是不是重点。其实大家年轻人也不是也不是白痴啦，大家也看得懂。有事，所以我觉得那个氛围，就是以年轻人这块，可能可能比较长得过我爸妈那辈啊，可能会觉得说，哦，年轻人都是很民进党啊，或者是被洗脑或怎么样。可是我觉得最近这一两年，那个态势有明显的转换。对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就是久了大家也会。 久了就看懂，不过看懂台湾已经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了，而且在这个全球化的竞争里面，其实你落后几年以后，再再再再来已经没机会了。对再来已经没机会了，很难再转过来了。对。那现在赖清德现在就慢慢放软了，他不是说要和平保台？叫什么保胎他就因为现在就不抗中保台了，现在赖清德就丢出一个和平保台。和平保台好。对，就算是他的第一步嘛。看他怎么和平了。 等于是先吸纳一下中间选民的选票就对了。嗯哦、他有正式讲和平台四个字“和平保台”四个字吗？和平保台，我们上一章在讲，我们刚刚两点那一节，他有特别讲到。好,好，没问题。好，没问题。 飞机这个我就比较没那么三分。 九幺九，C 九幺九，嗯，C 九幺九，对，C 九幺九。还好我有先问，不然我等下真的会。C 九一，C 九是中国的意思，九就是长长久久，一一九就是一百九，一百一百九是个客人。啊哦，是这样子哦。对，你再说一次。你再说一次。C 就是中国啊，九就是长久啊。长久啊，一九就是一百九十个座位。哦，原来如此，学到了，学到了啊，没错吧？ 啊、那波那那，那 <laughs> 我还真的呢后知后觉，那我骗你干什么？我后知后觉哦。啊、嗯、，C 九幺九，波 <laughs> 音，波音七四七七八七，没关系，等下我可以来讲。<laughs> 等下第一个就先麻烦亚东哥了。 好，三九好，听得见吗？听到吗？那个，听听 现在疫情之缓，大家哦，哎，大家都想要出国玩，但出国玩的话就要搭飞机了。今天这一节呢，就带大家来谈谈这个飞安的问题了。首先，先看到波音。 波音衰事可以说是一连串，怎么说呢？大家还记得哦，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波音七四七呢，它在巴西的这个圣保罗国际机场着陆的时候呢，显示起火，而当时是紧急向消防部门来进行求助，最后呢是判别出这个热识别器的设备显示是故障的，还好最后呢是为虚惊一场的。不过呢，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在二零一九年的时候呢，伊索比亚航空的这个四零七号班机同样。 也是波音七三七系列的空难事故调查结果也在近期出炉了。这个报告呢出炉结果，我们看到内容就提到了机上的这个公角感测器起飞之后哎失灵了，所以呢在操控的时候特性呢增益系统也故障了，所以呢导致这个事故发生，而造成了一百五十七死的这个惨剧。而且调查小组的负责的人还有进一步提到了波音公司涉嫌隐瞒飞行软体故。 这样的一些相关数据。好，二零一八年的时候也发生过一起相似的空难，它呢是在印尼的这个狮子航空一架载有一百八十九人的该型飞机起飞十三分钟之后呢就跟地面失去了联系，完全联络不上，随后就被确认已经坠海了。好，不止波音七三七，波音七四七也有事情哦。看到了 F A A 就发布了试航这个指示，以解决所有波音七四七机型的不安全的一些。 些相关的状况，最后一架波音七四七也在十二月。 六十二月六号的时候，正式离开工厂的产线，正式的画下句点。好，现在被指说，那波音七八七是不是就是解套的部分了？全村的希望是真的这样吗？不过我们看到了航空媒体一个非常著名的《航空周刊》就发布了一个最新的资料，获得了一份波音七八七的相关文件，就揭露了波音七八七的大量质量问题，基本上是安全堪忧的，也让波音哦，所以这个全村的希望，这个梦想一系之间。 又没了，对外宣告就是因为供应链状况是不是有些相关问题？不管是从非安还是说供应链等等等等的，哎，大家现在也是打上了一个问号。那拜登现在呢也是紧急的要抢救这个波音的生产吗？因为我们看到拜登呢是将波音从金融灾难中拯救出来了，众议院呢就通过了五十二兆。 台币的综合法案可以看到，这金额相当的惊人。救了波音七三七的 MAX 计划，波音希望呢可以在二零二三年的时候第一季完成 MAX 七的 FAA 认证。那么呢，现在预计会在二零二三年底的时候来进一步的获得认证。可以看到，这个波音七八七还是七三七，波音系列现在呢问题很多。但反观看到中国大陆生产的 C 九幺九，现在呢是可以说是前途一片看好。怎么说？ 就在明天的时候，全球首架的 C 九幺九呢，在下周一就要开始一百小时的验证飞行。可以看到，而且呢，这个期间呢，也将试飞九条的航线。现在预计呢，东航也将争取在二零二三年的春天，把它呢正式投入商业的载客的营运。国外订单呢也是纷纷的飞来。现在呢，制作了这个大客机之后呢，包含了德国还有美国，通通都已经下定了。 二十八家的客户呢，有三家就是国外，包含了德国航空有七架，还有呢这个泰国都市航空也有七架。至于呢美国这公司呢，也下定了二十架。奈及利亚航空呢部分也表示正在考虑买入它的这个 C 九幺九的客机。好，我们为什么会特别提到 C 九幺九呢？因为呢它这个波音地单其实呢会不会进一步的造成排挤？ 因为我们看到 C 九幺九呢是属于单走道的这个客机，主要竞争对手呢就是空中巴士。 A 三二零还有波音七三七 MAX，那现在呢？中国已经呢向空巴订购了两笔飞机的采购大单，分别值三百七十亿美元，还有一百七十亿美元空。空巴呢更将在天津组装首装的 A 三二一的这个飞机。那么反观看到了波音哦，现在呢迟迟还是进不了中国大陆的市场。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哦？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一点点，坚守二十多年的黑暗时刻终于现光明了，就是因为在。 一九九九年的时候，当时北约就是渣南 蛮盟，中国前三，中国呢是有三名的记者遇难。结果当时运送遗体回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呢，是以美国制造的大飞机，当时就被许多人认为这根本就是中国航空借得耻辱。哎，结果怎么遗体送回来了，还是用美国制造的这个大飞机呢？现在呢，中国要不要自己造这大型客机？也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终于靠着 C 九幺九来一血前面的耻辱。我们先问一下亚中哥。 我们知道，全世界两大这个航空的制造商，一个是波音，一个是欧洲的这个空中巴士那空中巴士当它发展出 A320 以后呢，其实它因为非常节油，所以对于这个波音也压力非常大。所以波音的这个波音的737 MAX，它基本上它是新时代的飞行，换句话说，它是波音公司的第四代。所以整个来讲，其实当时美国都给它寄予非常大的厚望啊。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疫情爆发以前呢、啊，美国他们做一个统计，大概未来二十年会，会波音公司就要卖到中国大陆是八千两百四十架，可以为波音赚得一点七兆的美元。我觉得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目哈、啊。可是这一次 MAX 七三七出了问题以后呢，其实它对整个的市场就造成非常大。我们知道，包括二零一八年在印尼的空难，二零二二零一九年在伊索比亚的空难，都让大家觉得这个呃 MAX 七三七。 基本上的安全度是不够的，也就是它在设计过程中有一些城市它并没有告诉原来的接受的航空公司，其实它这是非常不对的。那当然，你刚刚也看到说，美国愿意投入非常大的钱来帮助这个那个波音七三七 MAX，给它完成再好的一个改装，然后可以通过这个安全的一个检验哈。呃，不过中国大陆在同时间，他们也发展他们的这个中型的呃飞行器，就像这个 C 九幺九。 那 C 九幺九的 C 就代表中国的意思，九的就是长长久久，就表示安全的意思嘛。那幺九就是表示一百九十个座位，所以 C 九幺九基本上我们看出来它是一个中层的一个巴士，换句话是空乘，空中巴士，它就是中国大陆的内陆。 比如从上海啊飞到飞到南京，不，上海飞到，比如像像像其他的西安这些地区，大概属于中层的飞机，它并现在还没有成为一个大型的大客机。虽然说他们要发展他们的大飞机计划哈，但是这个未来的市场也是非常大的。不过再怎么大了，对未来的十年来讲，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挑战到波音跟呃。 空中巴士他们的市场，因为这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嘛。但是这对中国大陆意义很大的。您刚刚讲是，基本上当时这个南斯拉夫事件的时候，他们几位牺牲的是透过美国的飞机运回到中国大陆的。那从二十年前开始呢，中国大陆就一开始要开始发展他们的大飞机的系统。那原则选择上海，所以上海的韩正呢，后来当上海的书记，以及后来的国务院的副总理的时候，一直在从事这个大飞机的一个开发。 那咖啡它开发就经过这二十年，终于有了一些成果，但它这个成果呢，基本上简单来讲，它的整个机身大概都是中国大陆制造，但是还有百分之三十的科技的是要靠外国，包括现在 C 九幺九它的那个飞机的引擎啊，也是美国的 GE 和法国的公司大家是合营的。就换句话说，整个国家的内部东西还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才可以做到发动机也是完全的自主。那。 大概一般的估计来讲，大概需要十年的时间。可是中国大陆内部认为说，他们大概需要很快的时间就可以把它克服，也就是长江一千号 A 的这个引擎发动机，可以将来可以放在这个 C 九二九上面，也就是希望能够做到更高层次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用国产的方式来解决。但是我也要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说也并不见得是一个大飞机完全是国产了。你像你说美国的波音。 七四七，77, 美国的波音飞公司的飞机大概也只有百分之三十是属于美国的自己的内部制造，百分之七十是国际上的大家的来共同完成的。它其实是一个国际间的事情。可是由于现在中国大陆跟西方的经济制裁的关系，它害怕被打压，所以它尽量希望能够把核心的产业给它提升。那我也跟大家讲，这个大飞机产业它其实带动整个社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举两个例子来讲，我们都知道，像房屋。 是很重要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带动，因为你一个盖房子，包括装潢，包括什么东西，就会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那还有一个代表的就是汽车，呃，汽车也可以带动非常多的就业人口以及周边的产业。但是房子、住房跟这个汽车，它毕竟牵涉不到整个高科技的产业。 但是大飞机这个事情呢，它就牵涉到非常多的精密的文件，这对于国家的提升是非常有大的帮助的。所以这一次 C 九幺九的产生，对于中国大陆他们来讲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进步，因为毕竟他们可以自己生产大飞机了，也代表的美国想打压他们的高科技跟大飞机这个产业受到一些阻碍。所以我觉得未来他们会集他们所有的力量，尽量在引擎方面尽快让这个长江 C 一千、长江一千 A 能够早日的这个问世。 装在这个大飞机上，我觉得这对提升中国大陆未来跟西方的竞争力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嗯。其实不管是经济啊，还是军事，还是说今天所讲这个飞机的制造，我们看到这美中关系上面其实已经发生了蛮微妙变化了。大中哥，对我觉得哈、哦，现在美国波音哈、哦，它所主要的挑战，当然有像刚才所讲，中国大陆自制的 C 九幺九哈，未来会量产，会投入这个市场，但它最重要的一个还是受到这个空巴强力的挑战，在这几年，那后面因素其实很复杂。 好、啊，除了经济安全，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个政治因素，就是美中之间的关系这几年是往下走。那其实这呃，习近平在三年前，二零一九年访问法国的时候，就已经签订了投资的意向。当时所传出的数字就是三百三百架空中巴士 A 三二零，但这个呃计划要到今年七月份才真正落实啊，因为呃，中国大陆宣布说、啊、采购两百九十二架。 呃，三百七十亿美金的大单，这里面是包括了这个呃东航一百架，国航跟南航九十六，所以加在一起二九二。那在今年九月的时候，呃南航的子公司哈、哦、这个厦门航空有一些追加的一些预算，在增加采购，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那表面上的理由当然是哈经济上，因为空巴省油啊、哦，比起它这个波音的对手。第二个安全上的疑虑已经刚提出过啊、哦，这几年两次重大的空难，空难。 让七三七 MAX 受到不是只是中国大陆各国的一些质疑，还有就是延缓它的一个出单。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当然还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哈，这个中国大陆舍波音而去救这个去买所谓的这个空巴，我觉得当然是个政治因素。我们回顾一下，在川普任内哦，他在二零一八、二零一七年年底，当时他风风光光的这个用国事，呃，这个。 访问的名义去出访中国大陆，当时有谈到说几千亿美金的大单，这里面就传出很多要向呃这个呃美国要向这个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向美国要去采购啊所谓的波音，但是这个事情完全没有落实，一直到现在。那所以说到今天哈、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不是有集团体这个拜登跟习近平的峰会，所以也传出说当时在峰会之前。 波音还寄予厚望说，说有没有可能经过这次美中的缓解，可以让双方哦，让我们波音市场再重新快速的进入中国大陆市场，但没有成真。那后面当然是个美中之间竞争的一个因素。那就像是这个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他非常强硬，他怎么说？他说哈，呃，波音很重要，在这产业上对美国利益很重要，但是美国的外贸政策不会受到波音公司的影响而左右。 这是美国现在最近的一个讲法，那这个就对波音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它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超过五十年，那它有很多过去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呃商业上的合资，那而且大家一般公认说，对全世界任何厂商而言，中国就是最大的市场，呃、五分之一的这科技需求来自中国大陆。那波音自己的估计，就像刚才所说，到二零二四年它的需求量，中国大陆的需求量是八千七百架民航机。 总共的这个金额是一点四兆美金，而且中国大陆的换装速度大快啊，而且它的机队相对年轻，所以波音假设输了这一场的话，我觉得它未来来说还是会面临到很大的一个风险。嗯，郑老师你怎么看？就是包含了 C 九幺九、以及波音七四七、七八七的这样子的转换，怎么看？我是觉得今天站在台湾来谈这个波音啊、空客啊、嗯、<哼>中国的 g 九幺九，我是觉得我。 像我跟亚中大概都是所谓的战后出生的婴儿潮这一代，我们成长的时候，美国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巨大、神圣啊，都是这个非常正面的。那讲到波音两个字，那真是充满了美好、正面，就是很有力量的。那我记得有一次是我还在这个啊飞碟做广播的时候，当时我们的花行，也不知道怎么样，一下子摘那个一下这个形象很差。那忽然间传出说。 在琉球的那霸又发生这个这个空难了，我在第一时间骂说我们的华航多糟，哎，后来我想想不对啊，难道都这个调查都没有出来，而且有点诡异啊，我就开始讲说，哎，会不会有可能是波音本身出了问题？哎，这个对我来讲是个很大的挑战，波音怎么可能出问题？一定是我们这些在我们自己也出问题。后来，他是那个二零二零零七年，经过几年调查，证实是波音本身出了问题，那是七三七，哦，后来啊。 这也出问题，那也出问题。发现说他的七三七根本一塌糊涂，很多灾难都是因为它本身飞机做的不好。波音的神话就开始破灭了。那到后来大家不买，到后来他开始没办法生产，它由盛而衰的这个过程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从来没有去怀疑美国会这样啊，那、啊、一样的对中国大陆来讲，那是另外一个更大的有关国际上这种客机的发展的跟突围的血烈史。 明天就是毛泽东这个四十四十六周年了哈。当年他们在一穷二白、非常艰困情况之下，为什么要告两战两弹一星？为什么要靠自己造？然后为什么要勒紧肚皮？他就发现说，国外这些不可靠嘛。那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就搞了一个政策，所以本来很多他们东西是自主制造的，叫做什么“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哎，就各种什么什么国际化啦、全球化，大家来来去去。所以到了南斯拉夫，你刚刚提到那个血淋淋的。 自己的这个白白被美国人修理，被人家杀了，还得用美国的飞机载回来，才开始从2千零三年，希望能够发展自己的空中呃这个空中飞机的商业部分，很艰苦啊，什么东西都被人家卡住，没有错，从原来百分之十到没有，现在已经百分之六七十的自制率，而他们真的是没办法，他们号称乡村包围城市，先从机翼啦其他地方慢慢慢慢到核心的部分，还没有办法完全独立，可是终究。 至少造出 C 九幺九，中国大陆它内部自己的市场很大，它这你看那个幅原几千公里，这个虽然是中短型的，庞大的市场不必再受制于人。大家记得，你看包括现在的太空站也是啊，本来要跟欧美合作，都被人家修理，所以我们从这边学到一个教训：美国这些根本不可靠，何况他自己要花钱去国家补助。 别的国家补助早就被美国人骂死啊！什么妨碍自由竞争，他们说一套做一套，所以今年由盛而衰。可是中国要突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台湾要看清楚这个，要站对队，要选对方向，不要拱拱对狼去围攻，继续跟着美国人走，那是死无葬身之地好。同样也是国际焦点，下一节我们来讨论到中日俄的交锋。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对对，这种飞机就最好是已经如火纯青了。对啊，我刚才想说怎么办，会不会时间 Q 你太长？结果哇，一讲也是从以前啊讲到波音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赞我是乱混的、啊。不愧是郑老师，他是专家，我这个不是专家。对。从以前开始讲，哎，的这的确你们。但那那次那个华航真的给我很大的教训。哦，你说你一直第次怎麼一次都我们错吗？难道我用逻辑推？我说哎、欸、要小心，嗯，我说。 一定要搞清楚，难道美国都不会错吗？后来发现不得了，那给我很大的教训，也是突破了美国神话的其中一环。他那时候报告大概是多久之后出来的？你说哪一年的？就是你就是骂错的那一次。我没听懂。你骂错的那一次空难啊，那个报告是两千零七年的。两千零七年的。两千零七年八月，嗯、我记得是八月的时候。我你还记得几月？那个大家在台湾看到华航下去、哦，我们一直骂，还有什么好说的？当然是我们华航错。 黄的时候够倒霉，因为后来很清楚是美国人做，而且不止一架，那一架之后又一架七三七，七三七一直出事。这个以前没有，以前没有人敢怀疑。好,好，好，好。你教授比较年轻，对不对？<laughs> 也不年轻了，青年才俊。没,没没没没，你哪一年？青年才俊。七。 啊，我过五十了，过多少？五十岁了。那我们俩过多少？你知道吗？过八十，没没没没没过六十过六十。重点是看起来年轻比较重要，对吧？只要没过七十，都是过六十。你四十几都看起来像刚过十。那我比你大，我过七十啊。你过七十看不出来耶，你感觉过五十而已。看起来年轻比较重要，前辈真的。所以我说我们是 baby boy，前前辈前辈婴儿潮。 不对啊，这个看着看看年轻的，七十哦、看看，对啊，看哎、欸，真的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啊，<全>对啊，最近 Covid-19 还打击我白头发，我表以前还没怎么，哇，这个、Covid-19 后遗症蛮大的，蛮大的，咳嗽吗？还是？嗯 中日的交锋，我们带你来看到现在呢，这个中俄联合军演准备要登场，那位置在哪里？这里呢，把大家放成一个地图，可以更清楚的看出来。这个军演呢，目前位置呢，就是在这个福建台山列岛以东的空海域，距离台湾最近。其实哦，可以看到呢，是只有三百多公里了。这个距离哦，可以说是十年来最靠近台湾的一次。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辽宁号的战斗群的军事演习，模拟攻击到哪里呢？这边。 琉球的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呢，这个样子的位置是已经突破了第一岛链哦。我把这个划掉了，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刚刚提到呢是这个现在呢军演的位置，那么他们呢在这个军事演习模拟攻击到琉球群岛，已经突破了所谓的第一岛链。当然呢，这个样子的一些模拟状况也让日本非常的紧张了。辽宁号航母呢现在再一次的跨过第一岛链，专家就说了，可能将在西太平洋跨年。好，那现在呢日本的防卫省就说辽宁。 军舰呢在西太平洋起降战机一百八十次，日方是已经派出了准航母出云号来进行进一步的监视。好，现在呢内阁、那個、也是批准了日本的军事预算达到了一百一十四兆三千八百一十二亿元，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可以看到呢，日本的这个紧张情势呢是一步一步在升高了，首度超过了一百一十兆日元，而且超过了幅度呢也非常非常的大。现在啊。 这个日本反中已经反到底了，不仅是这个军事的预算呢一步步在提高之外，看到了现在呢，日本的岸田首相的这个文雄呢，岸首相岸田文雄呢是模拟呢要去访所谓的英法意。 为主办广岛 G7 的峰会来进行进一步的铺路，而且呢，日本也预计将在二零二四年的时候呢开采稀土，摆脱对于中国的依赖。还有一个非常很指标的一件事情，就是旅日的大猫熊香香，想想现在呢预计将会在明年二月的时候被送回中国大陆。日本公司呢也终止了俄罗斯水域的这个传播的一些相关的保险。那我们看到日本媒体就进一步提到了，日本呢从这个俄国的三零零二号的这个。 进口天然气恐怕会进一步的受到影响。讲到俄国的部分呢，现在呢，俄国也是紧紧的掐着他们现在也有的这个所谓的能源，进一步警告，想要游戏的话，你就得要乖乖听话。进一步提到，俄方呢可能会在二零二三年初的时候。 把这个石油的产量削减，而且呢，削减的幅度一下子呢是来到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左右这个位置。那么，俄罗斯的外交官呢也进一步说到了，俄国呢跟印度计划在双边贸易中放弃使用美元，还有欧元，以卢币还有卢比的方式呢进行所有的交易。当然呢，这几项都是。 剑指美国还有欧洲的部分了。德国呢的副议长就提到了，他们这样子呢是无法化解所谓的能源危机了。德国恐怕会变成破产的国家。 德国民众呢舍不得开暖气，用两个热水袋来进行取暖。尤其现在欧洲呢是已经进入到这个寒冬时刻，那那天气冷，那开暖气也不能开，也没有能源，或者是说经济也是整个走下坡的状况。其实民众真的非常非常的惨，而且看到了德中俄的三角关系，德国也认为中国呢是具有独特的地位，很有可能会成为这个乌俄的这个所谓和平的缔造者，而不再指望美国了。进一步看到呢。 法国的部分，现在法国最新的民调也出来了，有高达七成的法国人呢是支持通过乌俄谈判寻求解决方案，不要再打了，可不可以赶快落幕，不要让人民受苦。不只是乌俄人民受苦，因为欧洲现在也全部都已经受到影响了。还有法国的前情报官也说了，从海山到乌克兰，每次呢。 我们都被美国人给操作，也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了。尤其现在，哇，又到了圣诞节，今天圣诞节要多难过啊！英国是有三百万人付不起电费，慈善组织呢是推出了所谓的取暖银行一些相关的作为。数千名的美国人呢，现在呢又在这个麻省的高架桥下忍受刺骨啊寒风啊，排队等待今年的圣诞物资的分享会。 可以看到，不管是经济还是人民，真的真的都非常非常苦。然后呢，回过头来看，不管是美国还是一些相关的俄国啊等等的，他们现在角力还在持续进行当中。亚东哥，你怎么看？亚东哥，嗯，好。我想这个图里面牵涉到几个国家呀，中国、俄罗斯，还有日本，还有德国，还有法国，还有英国，好多国家。中国先不谈的哈。嗯、那我觉得这里面就是，特别是日本。 还有英国两个是美国在亚洲跟欧洲的马前卒，他们是美国的铁杆的盟友。那特别是日本呢，最近几件事情通过了安全的三个文件，那包括几个重点呢，就是要把他们的 GDP 国防预算的 GDP 占 GDP 到百分之二。嗯、第二个呢，他们要把这个原来是指三百三百公里的防卫的这个飞弹呢，将来要拉到的一千公里，而且要向美国买他的战斧的飞机啊。那第三个呢，基本上就是。 呃，基本上他要在他的西南群岛，也就是从鹿儿岛一直到冲绳岛中间，他要加强他们的军力方面的一个部署，包括飞机的一个设计飞机的走那个跑道的在在加强。我觉得所有这些作为呢，都在剑指中国大陆。那换句话说，日本在这个过程中，他就要配合美国去扮演围堵中国的这个角色。那俄罗斯呢，为什么有中俄的这个军事演习呢？那我用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俄罗斯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国家，他知道现在俄乌战争让他在欧洲碰到很大的一些压力，他如何让国际的重点，特别是西方重点，把这个重点拉到亚洲来？ 所以它中俄之间的军事演习呢，某种程度的好像针对日本，好像是针对，也包括针对台湾哈，让美国把重点可以从欧洲拉到整个亚洲来。所以我觉得军中俄的军演呢，其实某种程度上，俄国扮演的角色还是比较更重要一点。那这是一个俄国他们的一个反应，他也是站在国家的战略角度去维护他自己国家利益。那我们知道，像里面的德国，德国很简单，德国的工业的发展就靠着向欧洲买来。 这个向俄罗斯买来非常便宜的能源，然后把这个市场呢经过他们的高科技的加工、高工业的加工，然后呢，放到全世界各地去。那现在这个源头出现问题了，所以对。 德国来讲，经济造成最大的一个打击，因为这样的话，很多德国的产业它就必须移居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大陆，还包括去美国。所以就是你刚刚讲的，它可能会变成一个破产的一个国家，这是非常糟糕。那法国来讲的话，它原来就强调它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它在欧洲来讲，它希望在政治上面做整个欧洲的一个老大。所以说，其实马克红他是所有欧洲领领领导人里面，他其实最希望跟俄罗斯进行谈判，然后来解决。 整个俄乌战争的问题，那你这个里面也谈到了，其实像德国现在也有同样的想法，希望把中国大陆拉进来。 也能够在整个俄乌战争这个解决过程中扮演一些比较促进的一些角色、和平的一些角色。角色嗯、所以这是每个国,国家基本的态度。那剩下就是英国。我刚才英国它是 u n g l o s a i o n 很重要的美国一个盟邦，它整个在俄乌战争里面，它就是完全配合的美国的。或者更早期来讲，它在欧盟里面就是美国的一个代言人。所以换言之，它现在必然要承受这个俄乌战争带给他的一些伤害。可是它现在完全没有力量去去去抗拒。也就是。 英国，我觉得现在是蛮惨的。就一方面呢，他在整个大的战略上，他必须跟着美国在走，他没有能力跟美国说 no。可是呢，美国现在看英国就完全跟小老弟一样，我爱怎么摆布你就怎么摆布你。他也，甚是我们知道嘛，卖到欧洲的原油价比这个美国还贵了好几倍哈。对，所以整个英国来讲，虽然它今天有北海原油，但是它基本上整个经济的发展就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就产生你刚刚讲的好几好几。 好，那个那个英国有三千万人付不起电费，嗯、那我觉得整个英国它现在整个经济在快速的滑落当中，所以简单来讲，今天我们回到一个最重要一个主轴，国际社会啊，其实全球化里面基本上强调是互助合作的，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比较利益的生产嘛，不可能一个国家掌握所有的东西嘛。 可是，在这个情况下，就我们刚刚讲的 C 九幺九，中国大陆它原本可以靠全世界共同力量来建它的 C 九幺九，可是现在必须要各种方面的核心产业，它必须要突破过去，包括一些高科技产业，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美国它现在把这个世界分成了两半以后，那让很多的国家它失去了全球化相互合作这个产业链，每个很多东西都要靠自己的力量去。 去卖，可有的国家它的生产因素跟它的发售的对象不是一个全球化的，它一定受到影响了。所以这一个国际的灾难，整个经济带来的挫折，我觉得长时间对世界的发展是非常影响深远的。也简单来讲，只要美国不改变它现在的一个所谓的，也是跟台湾一样搞分化的这个策略的话，我觉得全世界的经济没有什么好日子可以看的。所以明年的经济或者后年的经济，其实我们都不敢预期它会往好走，只是看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大的。 经济不好就带来社会很多的混乱，那整个欧洲发生的，全世界发生的，同样这个道理。而且包含着升息啊，包含着物价通膨，然后现在能源等等等<对>很多的因素现在堆叠在一起，其实最苦最苦就是人民了，大众老师。对，呃，我也补充一下，那个中俄的这一次的演习哈、哦，它其实是一个系列的，叫做海上联合。那它最早可以在二零一二年就开始，那它很特别，就是几乎每一年都有，但在过去十年当中两次没有，一次是二零一八哈，因为朝鲜半岛局势。 还有一次就是二零二零，因为疫情的关系取消。那它是中俄两方哈，呃，在双边架构下最大规模的军演，而且是以海上的这个力量为主，空中为辅。那其中俄之间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军演，可能比如说和平使命。那和平使命是放在这上合组织的架构之内进行。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还是蛮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媒体都在说哈，演习的地点距离台湾很近。 但我们要知道说，说这个演训哈，过去十年当中，它其实一直会变换地点，黄海、东海、南海，呃，甚至日本海。那也曾经有两次是分两阶段，就包括拉到是波罗的海跟地中海。那两次就是把这个中国大陆赴亚丁湾跟索马索马利亚打海盗的这舰队支队啊，把它放进去一起做演训。那这个哈，对于中俄之间，我觉得还有它的特别的憾涵，还还是共同利益。 因为怎么说？因为对俄罗斯，他就想要彰显说：哈，一方面我现在的确是深陷在俄乌战争里面，但是我还有余力在太平洋方向跟中国大陆一起做演训。那后,后面当然是剑指美国，还有后面的日本。那其实对中国大陆方面何尝不是如此啊？意思是说，我们还是一个很凝、很凝聚的一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啊，虽然我们外表上说啊合作没上限，但是老实说是有上限的，就是我没有提供军事装备给俄罗斯，但是在这种例行性的演训方面，啊，中国大陆还是用实际的动作来展现说我对俄罗斯的这个支持，而且中俄双方目前来说最大的共同利益的连结，就是为了抗衡美国，好、啊，所以在过去三十年以以内呢，这都是一个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所以。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看这整个大的一个局势。嗯、那至于你可以看到辽宁号它的动作，其实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那至于最后所讲的这个俄乌战争，我觉得欧洲的人忍耐程度会比美国来的更低。嗯 但连美国来说，现在无条件支持乌克兰打下去的比例都比七月份小幅下滑，也是一个警讯、嗯。虽然说我们现在讲的是乌俄战争，讲的是乌俄，或者是美中，或者是日本等等的，可是这样连串的影响下来，其实台湾也会深受其害，是吧，郑老师？当然，我我先讲一下，像日本，因为在冷战结构，蒋介石要败到台湾来，当然。 不得不跟美国人，哎，美美国跟日本啊合作妥协。那我们常常被教育成说，日本都要我们啊，都需要我们。是啊，日本是爱他要，但是他不會爱他，更爱他自己。我是觉得说，啊，刚刚姚总也提到说，他们最近通过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保障的这个三个合约，三个条约，然后把说中国大陆视为最大的挑战啊，包括那老共跟俄国的演习。可是我觉得我有时候应该跳开，从美国、哎、日本人的利益来看，不要说日本人都需要我们。 他到时候随时可以牺牲我们。我认为，如果今天我是日本人，我今天旁边有俄国、中国、美国，那把被这些这么夹住，他曾经是独霸亚洲啊，他现在战败之后屈服在那里。你想想看，从他的利益，他当然是美国今天压着他了。日本人经济发展起来了，军事还可以，可是政治上就是附庸。他曾经要独立起来的时候，记得美国一把一巴掌就打下去，所以他不得已，他要配合美国。 把中国当假想敌，可是我再讲一遍，如果站在美日本人的利益，他多么希望你们这三个什么鹰啊、熊啊、啊，这个啊熊啊，这个龙啊，最好打起来，特别是中国跟日美国如果打起来，打到怎么样两败俱伤，那对他们多好啊！日本人就可以解脱了，日本人就可以慢慢就可以壮大起来。所以他们是演的是很复杂的戏，一方面配合美国，好像跟着做他的马前卒；一方面他有有他们的盘算，借机就不断壮大。 这次修改，过去战后本来要求他们说武武力只能够防卫啊，他现在讲说他可以反击，讲得好听一点，好像是被迫反击，根本就是已经进到要主动攻击，然后把这个这个飞弹的这个延这个线都延长了，所以日本人已经在做他这个准备，但这些对我们台湾这是很不祥之兆，等于是说这个进这这变成我们这个弹弹药库、然后护肩这些大家都在角逐，所以我们一定要警觉，一定要从日本的利益，他是恨不得。 挑动战争，而、哦、我们是会被人家卷进去的。不要以为说哦，我们可以啊平安无事。日本人已经在我们这边，美国一定在我们这边。我认为是完全没有从对方。 好，可以清楚，谢谢。<coughs> 大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Hello Hello Hello，好谢谢。大白话大白话新闻大白话新闻大白话新闻大白话，大白话大白话大白话。上次跟我们一二三四。好，麦克风是一二三，麦克风是一一二三。我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 欢迎继续收看四点钟的新闻大白话，我是王尚志。那么今天元旦节，不知道观众朋友在寒冷的冬天里头，是不是过了非常平安跟愉快的元旦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介绍三位评论嘉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侯汉庭，主持人好，各位好；还有资深媒体人张友华，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么我们首先先来关心的部分，在台湾今天全省所有县市的地方议员还有明代，那么宣布就职。在这样子的呃的这样子的这个时机点上，选举并没有结束，因为他们还选着，包括比如说在县市议会当中的议长的选举，可以说是暗潮汹涌。尤其全台湾现在最关注的，虽然各县市的也都在选，台南。 是最被关注的。我们来看台南，那么台南的正副议长选举在这几天媒体大幅度的报道，因为一方面是国民党和民进党部分的较劲，二方面民进党内部的派系的争夺也非常的严重，而且在当中有几位是不是涉及到地方黑金呢？来看一下正副议长的选举，在高雄方面是民进党的康裕成首轮过半，台南则是邱丽丽当选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先前，尤其是台南，可以说这一次民进党发动整体的动员，民进党的有六名正国会的议员呢。那么台南议长选前声明他，他含泪含泪投给这张党证哦。哇，为什么含泪来选议长呢？有这么样的悲壮吗？但是这几天我们都报道，台南的地方真的是。 黑影幢幢吗？所以有没有一种绿黑一家亲的感觉？今天在《联合报》当中的一个评论文章，他特别指出，谁让古都台南变成高谈室？ 如果有看漫威的，呃，不是 D C 的这个英雄的有关于蝙蝠侠，就知道什么叫高谈市了。黑影床床，一个这个虚拟的这个城市里头有各式各样的黑道，各式各样的坏人。那么一连串的黑金争议，让全台湾都知道台南宛如是高谈市，但是府院默不作声，这是不是因为台南总是给人深绿铁票区的感觉，总是可以予取予求呢？ 那么，讲到高谈市，我们不禁来看，究竟台南是什么样的？背后的所谓所谓黑金势力在控制这里头，包括我们首先先来看金，前台南金发局长陈凯琳，最近那么被已经被呃羁押了，他在家里搜出了汇款，而且承认接受性招待。金发局在地方上是负责统筹所有贸易跟土地开发的各式各样的非常利益的源头，不要忘了哦。 陈海琳，他事实上他不止现在在台南，他当过陈其迈、郑文灿、林志坚、黄伟哲的幕僚，他都当过。那么是英系或者是清英系的，这里头是什么样的意义呢？而且来看台南的前中执委郭在清，哇，他这个卢渣不法所得高达二十一点六亿被起诉。那么郭在清是什么样的角色呢？在英系的尾牙。 嘿嘿，hey, hey, 他坐主桌啊，这是郭蔡期，我们可以当当中有洪耀辅、罗志正、黄成国、蔡益瑜，他是这等身份哈、哦。这是在台南，那么台南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呢，事实上还包括台台南一场选举当中有各式各样的黑幕，林世杰涉嫌恐吓五万交保，另外英系的要角帮林世杰的女儿林依婷议员站台，所以这里头整体的人心惶惶，怎么样的状况呢？在今天台南市议员的就职日，我们往下看。 是什么呢？竟然首次的动用了金属探测器！我的妈，议员要进议会要来选举，金属探测器要查什么的枪吗？那么我们来看怎么样的人心惶惶，包括台南一场选举，国民党的方面虽然假旗动员，但是有三个人没有到。 三个人请假这么关键，要来投票不来，什么样的状况呢？有耳语说他们这三个人是不是已经要离开国民党，要加入民进党了呢？这么现实吗？选后就这么做吗？另外，南议台南议长的选举倒数，南议员方一峰遭到恐吓，他下到夜宿议会。那么。 两位国民党议员遭到威胁，党团发不自杀声明。我的妈，台南是多么的悲壮！黄伟哲说，民众都在看，判，乡人未党。谢龙介说，事实上还有台南女议员被拦下车，拦下车的时候干嘛呢？比枪，要如何投票？哇，难以想象的，在台南地方，台南的这种绿色黑金。 究竟是什么的状况？我们看到徐巧芯，他特别提到了黑金在地方上的控制，甚至掏空农渔民的血汗钱，直指的部分是郭姓良，因为郭姓良欠了农鱼会近亿，而没有被催讨。 那么林依婷说掏空了农渔民血汗钱哈、哦，但是郭新男说我没有黑金，我只是不擅长理财，所以欠了一亿多哦。所以这方面当中，其实包括林依婷对鲁人指控提告徐巧芯说，坐等法院认认，你千万不要跑。那么林依婷的部分其实是这样的，她毕业的首份工作就当了黄伟哲的部分的发言人。现在台南的部分的乱象，排黑条款管不到，而且执政党就是民进党放任。 台南地方到这样子的状况吗？那么这里头再严格选办法排列条款也影响不到郭在清们，指的就是地方的黑金，而且掌握了政治势力，在台面上禁止了黑道，躲在白道后面的黑道究竟要如何防范呢？韩冰，我觉得台南的事情真的是夸张到，我相信全国老百姓应该都看不下去了、嗯选，选选个举选成这样，会不会太离谱？ 然后我也觉得这六位所谓的政国会、民进党的政国会的议员，说含泪为了这张党证去投票，这他也在讲什么？你们是人民选出来，不是民进党选出来的，你们搞清楚这件事情没有？如果你真的觉得邱丽丽不是个好东西，不应该支持她，就不要支持她。人做人要有基本的骨气吧？难道只是为了这张党党证，你们就可以改变心意吗？所以，我我真的觉得不知道这些人在讲什么。我。 老实讲，我觉得台南的乡亲应该很失望。为什么选出这些废物议员？我就不懂，这些人怎么好好意思说自己是议员呢？你根本有违民众对你的托付，不是吗？<錯>然后再来，这个林依婷也是一样，这个林依婷又说要告电视台，又说要告徐巧又要要告一堆人，然后突然又改口又道歉。对，那这个人到底是怎样？我我就觉得他还用那种恐吓的方式说。 郭新良，如果你怎么样的话，我就要把你什么在农会什么欠了多少钱什么全部讲出来。第一个我就觉得很奇怪，你不是已经讲了吗？没错。那那你还在恐吓什么？嗯、对。那第二个，我我想请教一下林义廷，你好像也是新科议员的，那你当选议员，你明知道郭新良有这一些违法啊，或是贷款的这些不当贷款的问题，那些都是农渔会的血汗钱，那你你管郭新良要不要参选，你不是都应该要举发吗？ 为什么哦？好像郭新良如果不参选，你就不用举报就算，是这个意思吗？到底在说什么？我觉得这完全是明着来的，嗯、整个整个台南是明着来，我们就是黑金、暴力、取案弄，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国民党自己也不生气，几个也是跑跑票，我不知道这些人是遭受威胁恐吓，對對對还是私底下谈好价嘛？我不知道。外城甚至昨天有一个台南市的国民党议员讲说，现在外城选一个议长。 你要贿赂的话，一个人头两千万。哇哦！对啊，都已经讲出来了。<laughs> 台南乱成这个样子，剪掉你们都不介入吗？你们就瞪著眼看吗？那我也觉得很奇怪。林依婷，你的爸爸去把人请，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把人请上车。他爸爸连个议员都不是。对，那你去把国民党的议员请上车，叫他不要去投郭姓两，求一下车到底什么意思？<laughs> 觉得这不是恐吓是什么意思？没错<錯>，他说我不是辱人，我没有辱人。然后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 哎、欸，议员当场被人家请上车，结果小保才五万，只有高鸿安的十二分之一。没错<錯>，穷人家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你民进党的议员的爸爸做出这种行为，整个民进党一声不吭，没有法跟你讲话，蔡英文也不讲话，赖清、嗯、德也不讲话，苏贞昌也不讲话，所有全部都不讲话，好像这件事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台南相亲，你们就这么纵容他们这样下去吗？就让他们这样恶搞吗？如果让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得逞，那…… 请问一下，台南未来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台南未来就是由这些人把持的，这些人谈好价码了，利益分配好了，结束了。然后到最后倒霉是谁？倒霉是台南乡亲你们自己呀、啊。所以我，我我今天说，今天会发生这种事情，抱歉，我必须很坦白的讲，这是你们台南人纵容出来的结果。那纵容出来的结果，这种乱象，就台南人自己要去承担。其实，其实民主的选举，当然我们选出了议员啊，但是难以想象的部分。 民主的背后要开始体现或执行这个民民主，哇！其实我没有想到地方上确实这样的黑金。汉庭，你在台北哦，其实对比在台北市的部分，感觉起来台北市如果做一个标准的话，它有一个规范或大家有一个默契，实行民主，政党之间的攻防或这种竞争，哇！你没有想到说在台南地方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这个民进党的九万先生啊，曾经有说过，在台南呢，就是推颗西瓜都会上。但是西瓜呢，好歹它不会危害人世间，或者即便哪怕它是朽木或者是禽兽，不外乎也就是没有人性而已。但是更可怕的呢，就不是朽木跟禽兽，而是一群豺狼虎豹、啊。所以说，台南是非常见不得光的地方。为什么呢？就连民进党自己都大力的炮轰，在选前的时候最努力炮轰说台南有黑金，台南有帮派的。 是谁？就是民进党的郑国会啊！甚至在选完的时候还继续脸书上开炮，台南有很大的问题，剪掉赶快出动，蔡英文、赖清德救救台南吧！谁说的？郑国会的陈廷飞说的呀。好了，那么不论是在选前或选后，大力抨击台南的邱丽丽，民进党自己推出来的候选人，大有问题；跟卢渣之王郭在清大有问题的时候，诶，那么最后你们民进党投谁呢？ 你们郑国辉还不全部都是投了自己先前所谓含泪或打死不认的邱丽丽吗？那这是什么党性凌驾人性吗？如果你们先前反对他是因为真的在道德上有瑕疵，或者在公共政策上有疑云，或者有黑金的弊案，那为什么最后还能够投得下去呢？不就表示你们把权位、把党的力量看得比道德，看得比知识，看得比正义？ 更加的严重吗？所以这些台南的民进党议员有什么好同情，或者是有什么好喊冤的呢？你们本来就是沆瀣一气，嗯、一丘之貉好了，谁也不要嫌谁臭，因为本来就都是在厕所。<是>所以我们再看看那个女儿，也是一样更加的莫名其妙。她的父亲、欸，目前为止什么都不是、欸。 什么都不是，但是却竟然可以把一个现任的议员直接请上车。事后呢，再辩解说，哎，没有啦，这、那个没有人绑他，是他自己上来的。哦、啊，好啦，那不叫掳人，那这拐骗总可以吧？请教汉庭刚刚陈廷飞最新的部分，他在脸书上说，剪掉该动手了。 他这是什么意思？那当然，以一个立委的身份来讲的话，其实这也有干预跟指导办案之嫌呐、啊。但如果我们都是依照平常的平民来看的话，那台南确实有很多的问题。我也希望啊，就是庭飞委员呢，能够直接干脆召开记者会，把你所知道的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直接说出来嘛。<是>你一定有很多的证据，台南议员里面一定也有很多相关的施政。我就不信民进党的议员都不知道陈凯琳先前干了什么事情，然后都不知道郭在清，都不知道邱丽丽在干什么事情。 那显然是知道的嘛，否则他们不会去反对邱丽丽。好，<對>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我们从整个席次上面来看的话，国民党本来就是少数。好了，那么依照台北自己的标准，民进党是少数议员没有办法过半，<對>所以民进党议员就投自己的候选人嘛。哎<是>、欸，台南的这还要跑票，那到底是跑什么跑呢？ 第一个，你跑了之后，不知道你到底是前面是受到了威胁恐吓，还是呢有各种的利诱，或者是谈好了价码。毕竟在过去台南议长的选举是有贿赂的经验的<對>好，那当然那是国民党时期，所以是不是底下有其他更多的价码？那你说，哎呀，你看你要偏向民进党也不对啊，因为你就是即便在深绿到出资的地方，你背着国民党的党旗跟党徽，你仍然是能够当选了。所以国民党的基层是有票的，就政治立场上来说，看不出。 任何要跑票的举动，只有什么<是>可能是个人因素，要么身家性命受到威胁，不然就是身家性命呢受到了极大的利益保障。是是这些也不仅是那些案件，而是整个选举过程当中剪掉都必须要一一去收证，或者现在台南的在野的阵营，这些议员们都应该要继续去调查的方向。其实提到台南呢，我不仅回想起要提到友华兄哦，在过去其实。 我年轻的时候跑去，因二十几年前的时候，台南的地方议会的文化真的跟其他县市很不一样。但没想到现在民进党执政到现在这样子的状况，究竟是台南的这个地方的属性？有华兄应该非常熟悉。此外，我也非常想知道，也请你告诉我是府院完全默不作声，还是说他们地下有指导旗呢？我先跟各位讲，我是在台南成长的啊，我我住在健康路。 健康路就是台南体育馆那边哈，我总共我的初中到高中都是在台南度过的，是。那我提醒各位，在赖清德时代就有黑金了。嗯，各位想想看，在赖清德担任市长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议长赖美惠，那突然被李全教，台南那个时候 大概李全教只有十四席还是十七席的时候，他能选上议长，你就知道台南那有多黑。好，赖清德为了李全教，他不到市议会，对，长达差不多一直把李全教送到法院以后，差不多一年半左右。好，我们现在讲这一些，请问八十八枪，苏贞昌也好，蔡英文也好。 赖清德也好，黄伟哲也好，有没有跟老百姓到了今天有明确的交代？八十八枪，对。第二个所谓的“如渣，呃，旧案新查，我们不管他是不是旧案新查。你有新事证，就是对付高洪安那种方式嘛？你有你有新事证，然后就传了出来，说高洪安就任以后，我就要把他移送法办，对不对？这些。 我们看看他办高雄安的速度那么快，他盖办台南的为什么他办不下去？还有，我也曾经问过了哈，林依婷这个人，他是新科市议员，那请问是谁给他下达指示，请那一些所谓哈台南市议员上车的？况且那我知道的上车不止一一位。 可以去问谢容记，上车的不止一位。那像类似的作为，就是公然恐吓嘛，公然恐吓就是当现行犯处理嘛。那为什么警方也好，剪掉也好，通通不动？各位不要忘了啊，调查局做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是讲到了台南的黑金跟奴渣的问题。讲到这，有话兄，同时要插一个进来，请教你。 其实我们看到这次在所有黑金的这些人物，包括刚刚讲郭在清，哇，这些很多都是跟英系有很直接的关系。不是为什么会？英系跟新潮流之间的结合，是因为邱丽丽她本身她就是新潮流的人。对，所以呢，新潮流大概是包光电，那英系的要不要弄那个炉渣？其实郭在清基本上他是他的政治立场是清。 新潮流是，但是以后他改换门庭到音系,系，对，所以他们这两者之间的一种结合，这也就是说，为为什么郑国辉的一直讲邱丽丽你要说清楚？那各位有没有发觉？哈，邱丽丽旁边的这些人都告诉了郑国辉，哎，你们不能投那个郭信良哦，就是说这两个立场是相互对立的。所以我也问了台南的朋友。 他们是跟我讲，台台南哈不但是文化古都，它现在也变成新兴的叫黑都。那这种黑都，全部都是因为我们的能源政策，还有我们的环保政策等等这些，你加总起来，造成了台南市这个现象。那我顺便让我讲讲国民党哈。 国民党李文俊、张世贤跟李正国，他们三个人，对，三位请教，请讲。啊，嗯、他们三位为什么跑票？第一个非常简单，那李文俊是指定的副议长，呃，居然他跑票，这个就是暗通款曲。对，然后所谓的张世贤跟李正国，他们另外两个呢，就是说这一次他为什么他要跑票，改换门庭，不然的话利益分配不到。是是。是 确实是我们来看台南的部分，这种议会状况，在宣称民主的台湾，这究竟这样的黑金是特例还是普遍的状况呢？请你稍微休息片刻，再回到新闻大白话。还有还有，还有包含杨子，我跟你讲哈。啊 他那块地是是报在谁？赖惠媛跟那个什么叶宜津的家乡，一个是监察委员，一个是立委。其实目前为止，监察委员不查，好，你可以把委员不说话。嗯，哎，台南，我一折哎。黄伟则压不住了，嗯，完全压不住。我跟你讲，好像他那个不像那个赖清德是。 全部都抓到手上的、嗯，赖清德压 丁金聪不是了，丁金聪三分钟，嗯，蔡英文,、嗯、蔡英文快衰，哎，呦，我的腰啊！台北台北市议会有现在有谁是黑金吗？背景叶临传呢、啊嗯？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是个临传，有明有像明确的黑金。<laughs> 台北市议会还好，比较规范。不，南部像包含高雄、屏东，还有那些，几乎都是。<laughs> 台南从前没有这样子哎、欸。 可郭台清其实你看，从二十几年前，我说以前那时候，对啊、郭台清已经是第几代了？我说他已经黑金已是后后起之秀了，老一辈的都都都都,都个什哎，都都那个退光了。嗯、哎，嗯，哦、oh,，OK，那你说更扯的是？ 是高雄，更更扯的是高雄，啊、oh,，OK OK，好、oh.，高雄都跑得差不多了，曾俊杰嘛，不，他们这些大概会那个变成无党籍以后再那个入那个民进党。 对啊，应该会入了。因为因为因为，哎、欸，导播，导播，那个我我这边讲完之后哈，因为我要加刚刚的那个黄钢琴最新，我会先讲这一块，好不好哈？所以这一块讲完黄钢琴之后，然后再来讲他告人的这样子哈。好好，OK，谢谢。 EUA 的，纵然他是。 欢迎继续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王尚志。那么最近郭台铭董事长的跟 B N T 仿佛有一个疫情或疫苗的回忆杀，还是说内幕杀呢？那么由资深媒体人黄光琴连续几天持续的披露有关于 B N T 的许多的当时的内幕，包括他最近提到的民间采购 B N T 疫苗，当时签的是四方合约，包括 B N T。 上海复兴代理台湾政府，还有民间，也就是郭台铭他们了。那么政府在当时竟然要求要改复必泰的标签，而为了这个要求，当时整个 B N T 疫苗重新印刷改标，中间延宕了六个星期之久哦。哇，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黄平继同时继续披露说，前方明明在拼命抢抢疫苗，后方却装死在卡住 E U A 哈 B N T 的 E U A，郭台铭。 团队还有食药署通过的过程，如同做了一场噩梦，令他们不禁怀疑，在当时，公务员陈世忠吗真的有那么笨或那么坏吗？哈、哦，那么指挥中心当然对黄光琴持续的披露。那么每天都有澄清。他对此澄清说，当时政府提出了三项原则：原厂制造、原厂标签、直送台湾。这个三个原则，他说媒体人指称政府坚持当时的这个交货延宕六周不是事实。 疫情指挥中心这么样的解释，但网友就说啊，你没有做吗？明明当时 B N T 疫苗到的时候，你还派人去撕掉布条，还稍稍延误了，你还敢说没有拖到？那么针对于现在黄冠勤的部分的说法呢？诶，明明这么样的指控这么严厉，为什么呃疫情指挥中心没有告呢？没有告黄冠勤呢？那么王必胜说，我们不会告。 要帮我们的人，不过黄光芹现在他最新的脸书，他披露他接下来要持续披露 B N T 的内幕，要达到深水区了。他说，即使现在披露更多的内幕，那么民进党政府有更多的包括绿媒或等等的，甚至要告他，他都完全不会畏惧。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披露呢。当然，刚刚讲到指挥中心的部分，对黄光芹不告。 但对别人可是告得不停，告得死去活来。比如说，高端遭抹黑，单季一千零八十亿元，指挥中心告。那么 PPT 当中有人说疫苗差价两百元，假员工假合约。 高端指挥中心也都报案了。那么丁金松被曝是高端的审查专家，因为先前有十多位审查专家，究竟是谁过了高端呢？在护航高端呢？王必胜驳斥，不是这样子，错误影射报案处理。另外网传蔡英文快筛阳性，总统府指挥中心都说假信息，都报案了或者是要告了。那么这样子的状况还包括了王仁贤挨告。那么他说指挥中心背后有高层指使，专文想说可。 可能王一是有误会，这、就是高端在告王仁贤哈。当然，绿媒当中支持者也有人说，针对于最近的疫苗的消息，他特别提到说，其实高端呢其实是用很少的资金出了一款很有效的国产疫苗。第四期的结果来看，是非常优秀的一款。 到现在还有网络侧翼在护航哈，当然有关于郭董的部分呢。对于 B N T 在先前，包括薛瑞元说他是高，说他是 B N T 推销员哇。但是最近有个关键字被大家说的非常多，就是说，那么你卫福部，那么你那么多人，谁是高端推销员呢？在护航高端。那么张化有位张信建设。 的公司的老板哈，建筑公司老板，他特别提到说，整个卫福部的混淆视听。你说郭董就算是 B N T 的推销员，人家是自掏腰包花钱买的良心推销员，你们这些卫福部上班的高端推销员，要不要出来比照一下？ 那么提到现在疫苗的部分，在台湾又引起了很多的讨论跟争议。当然，现在疫情严重的在中国大陆，在台湾方面，疫情呢死亡人数也突破了一万五千人。哈，我们看到了部分。现在在中国大陆抢药的这个抢药的热潮也延烧到台湾了。主要是现在台湾的连锁药局开始寄出了限购令。当然，卫福部说现在退销要买要有限购令，但是有时候。 专家说，你不说还好，你一旦限购的时候，反反而会变得更乱哈。那么，蔡政府说大陆抢药，但是不要忘了，这些有关于特别是普拉腾这些止痛剂的原料，全世界包括台湾原料的药都是从中国来的，特别是止痛药哈。所以，到底普拉腾实名制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台湾到底有没有缺药？中国疫情是不是会影响台湾呢？一韩冰。 我觉得 B N T 这个事情哦，政府真的没有什么好扯的。大家去想想看，当初是不是本来哦，本来我们的食药署自己的网站上面已经先给 B 那个 B N T U U A 了。对。结果呢，那个时候是陈时中他们说他们要买的时候，就已经先给他、U、A 了。然后结果等到后来法律谈不拢，因为他们要买的数量太少。然后呢，中间又有上海复星在代理这个，因为他们想要越过人家代理。对。结果呢，当郭董他们要去谈的时候。 他偷偷偷，大家记不记得这些？他们悄悄的、偷偷的把谁要署那个公布的 E U V 把它拿掉、撤掉。对。所以这个政府在玩什么把戏？很明显啊！你真的当我们都是金欲愚脑吗？我们都不记得了吗？我们每个人都记得非常清楚。你政府在搞这种手段。当郭董他们去谈的时候，你就百般刁难，连 E U V 都重新再弄，然后什么事情都说他文件不够、赶不及，忘记这件事情了吗？你真的当台湾人都是白痴吗？ 你们当初说什么欠什么八大文件什么乱七八糟的，一直在那边扯，然后一直在那边要求什么原厂授权书，忘记这件事了吗？然后等到好不容易郭董排除万难谈成了，然后去总统府去拜托你蔡英文恩准，大家都看在眼里的、啊。那如果说没有要你们要求改标签的话，你觉得富士泰他有病吗？你觉得 BNT 他没事他再去印一个标签干什么？印标签不用钱啊。嗯。 一千五百万计的标签，一下也是一笔费用，他为什么要花这个钱？还不就是你们要求的吗？怀疑吗？所以现在还在无耻的辩解，这我跟你讲，防疫指挥中心的这一群都是无耻的废物，真的，怎么这个时候还好意思辩解这种东西呢？你们真的就是这样做、啊，还在怀疑吗？黄光庭讲的有什么错吗？完全就是事实啊，然后。 他们每一次都要用这种恐吓的手段，想尽办法去告人。是，反正只要他们不想听到，就想办法去告你。那老实讲，他们去告王任贤，其实我也很想看看，到时候谁输谁赢。那可是王必胜讲这句话最好笑，他说不会告要帮我们的人，那意思就是说不帮你们的人，你们就要告，是这是这个意思吗？那帮你们的人，再怎么胡说八道，你都不会告他，是这样吗？所以 Coco 姐，你们从来不告他，他当时多少次泄露消息？没错。 然后多少次讲了，还跟你们后来讲的不一样哦。你们告过他完全没有哎，嗯，所以是这样，因为 Coco 姐是负责帮你们的人，那其他人不是负责帮你们，所以就要告，是这样吗？王碧生，你好意思讲这种话吗？这这到底是什么逻辑？正常要告应该是所有散布谣言全部都要告，不是吗？那为什么其他这些包括这个绿营的在散布谣言呢、啊？请问一下，高端什么时候做过第四期的？高端连第二期的报告我到现在都没看到，没错。 他哪来的第四起？他胡说八这表明的散布谣言呢、啊！为什么不告他？因为他在帮你们，是这样的意思吗？然后郭董被讲推销员，我我真的觉得你们好意思讲我，我真的很佩服他們，嗯、他们居然敢薛人，居然敢去讽刺郭董像推销员，这个推销员自己掏了几十亿的腰包来买，没错<錯>，你有看过这种推销员哦、喔？那薛人，你也来推销一下，陈世中你们这么爱推销高端，怎么自己都不掏腰包花钱买呢？你们算什么推销员？ 所以真的是够了，真的是丢人现眼到极点。我觉得现在啊，他们还在进行认知作战。最近所谓的抢药风潮，其实就是政府的认知作战。没错<錯>，本来情况根本没有这么严重，但政府就故意告诉你说，哇，抢药很严重，抢药很严重。记不记得，本来第一次问上个礼拜哦，你去问宣言的时候，宣言本来讲说啊，情况没有那么严重。没错<錯>，结果等到苏贞昌他们一讲之后，宣言马上改口说，没有<口>没有，现在真的有人在抢药，正在干什么？ 这在配合政府进行认知作战，目的就是要制造一种假象，就是哇，你看中国大陆在跟我们抢药，可是问题是，中国大陆干嘛跟你抢药？你原料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对，你到底在讲什么啦？所以我，我我真的觉得这些人哦，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到现在满脑袋的还是想做政治意识形态操作，我觉得真的是没救，这些人无药可救。 从这里继续请到汉庭啊，其实我们从这一次有关于 B N T 疫苗这一波，因为黄光琴披露当中的很多讨论，其实核心的意义就是差别对待，对 B N T 的差别对待，对中国大陆的差别对待。但是现在感觉起来指挥中心，虽然陈志忠现在下台了，离开了，但是呢，现在可以感觉到。 感觉起来那种对抗性跟差别对待好像没有改变呢、欸，这是卫福部的文化指挥中心的已经传承下来的对抗 BNT 的一个状态吗？因为这是他们的集体共业嘛，当初要去拖延 BNT 是他们集体所做的决定，而且他们都是共犯，所以现在呢也没办法好否认呢、啊。那他们总不能够承认说自己去年做的事情是错的吧？是。那么黄光琴呢？光琴姐说了很多啊，但是呢，指挥中心跟民进党啊就是讲说这叫所谓的不实指控，但是到底哪里不实也没讲出来好，而且。 更关键的是否认了很多，但有一点没有否认，就是陈时中喝醉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否认。是好，那么黄光芹讲的呢，就是其实大家都记忆犹新，就是民进党为了要改这个标签，所以延宕了六周。你就算否认，顶多说好像可能六周太久，可能有五周，但是改标签这件事情是有的吧？拖到时间这件事情也是有的吧？ 那只有民进党说没有，但是谁说有呢？第一个，去年慈济的执行长严伯文，在今年的时候，他讲说有。为什么？因为呢疫苗外包装他承认了，在新闻稿上都讲说，啊，就是不能够有复必泰。到货的时候呢，飞机上的复必泰还要扯掉，政府才肯签收。是，所以一个简单的问题，你相信慈济还是相信民进党？ 那么，同样的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慈济说，去年的高洪安也曾经在节目上说过，他说我们在谈判将近有九成的时间都在解决所谓的政治问题，那其中就包含了复避态的标签<是>要不要重做，那导致呢，哎呀，我们企业很努力，但是政府乱搞，让大家很灰心，这是他去年的说话。 所以，如果说有些言论是今年才出现的，显然不可信。但这些言论去年就有了，而且关于改标签延档时间，去年就已经有内幕的报道，大约要花一个月的时间。好，而且实际上有没有改标签？真的改标签了吗？而真的改标签，当时啊，绿营还大做文章，因为去年的态度跟今年态度不一样哦。 去年绿营是拿这件事情当成攻击来炫耀、欸，是他是当成说，你看我们就说不可以接受复辟，他因为接受了就是矮化国格啊。去年的罗秉成是这个样子说的，是。所以去年讲说，你看我们能够谈判啊，要求到所谓的克制化标签啊，民进党了不起啊，蔡英文杰出的一手啊。去年的时候你们把它当成功劳，现在因为败选了，所以呢就开始否认去年了。那显然是什么？事实上就是存在的。 就是民进党啊，他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去年说一套，今年说一套，但事实没有变呢、啊。变的是什么？变的呢就是民进党的那张嘴，变的就是整个的选情以及整个氛围已经对民进党大为不利了。所以，就回到去年的时候，我们又可以知道，当民进党讲说，你看为了什么标签啊，这个我们不习这个不能够矮化国格啊。 我们都知道他拖了大概多久时间呢？从郭台铭五月二十三日说要捐赠疫苗，是六月十八日才见蔡英文，但也不是见完就没事。蔡英文签个文件又要签八天，拖了这么久，甚至改标签，到了九月才来。这当中最大发生的事情就是七月十七号高端通过了紧急授权没错没错。所以拖这么久就是等高端。感谢光庭姐今年又帮大家复习一次。其实我最触动的就看您刚才提到的，在那段期间 B N T 拖在谈的都。 谈好了，但是就一直进不来。原来现在黄钢琴披露的部分，这中间就是这个时间的这个差别。请教有华兄哦，其实今在黄钢琴这几天的披露当中，这句话是非常打动我的，就是公务员哇，真是有那么笨或那么坏吗？我想这个应该是当时到现在还是很触动人。那我这样讲好了，在卫福部的这一些人当中，也曾经处理过 SARS。嗯，他们在。 陈水扁时代到马英九时代，一直到蔡英文时代，你尤其是蔡英文时代，完全政治化。是，这个各位去想想看，其实台湾是有能力处理疫情的，虽然没有国际间的协助，台湾还是可以处理的，算是不错。但是就 B N T 这个事件，你来说的话，我还是告诉各位一句话。 因为慈济功德会，他帮助过土耳其，所以 BNT 的执行长、董事长对于郭董所谈的这个是一口答应，是是是，对不对？没错，没有错吧？对对，没有错。因为我的朋友他曾经把慈济的一份文件他传给我，我在上面看的非一非常非常的清楚。 就就是因为本来实际要买，他们讲大佬哈打枪，这个大佬是谁？那这个大佬，魏福部到现在没有证实，大概是跟高端有关，也做过蔡英文的副手，名字就不用提了啊。现在严博文他也这样子讲，还有。 郭台铭他也这样讲，<是>其实严伯文跟郭台铭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没错<錯>。谁在挡 B N T？那我觉得什么扯那个布条啊，然后这个简体字要变繁体字，那是细节问题。我们就回到签约，你来讲的话，四方到了最后，为为啊、呃，为什么你把郭董他们踢掉了以后，富士泰？ 你还是承认他嘛？是。现在民进党他恶劣的地方就在这里。好，那你罗秉成那个时候他在行政院开一个院会，你看他讲的列了几条，你后面通通出来的。是。我们可以去看当时候的袋子，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说，柯文哲这句话讲的真对。你为了高端在挡 BNT，那柯文哲是第一个讲。 那截至目前为止，哎，你就应该去告柯文哲嘛？是，柯文哲不止一次讲，对，好，柯文哲已经讲到这种地步了。到了今天，你卫福部你还在跟黄光琴在那边讲来讲去，这个卫福部你到底丢不丢脸？现在 B N T 的问题呢？我只听一个人的，薛瑞元的，那我不管石崇良。请问石崇良那一天在陈世忠选举期间，他为什么？ 不去陈时中竞选总部跟他谈高端的问题，是这样子，我们就把所有的人通通对得起来，证明一件事嘛。现在民进党根本是在甩锅了嘛，因为已经败选，看也拦不住了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看真正党 B N T 的确切的说，就是民进党政府嘛。嗯。 其实，在当时的这个时间差，护航高端其实是很多人共同的感受。卫福部按照道理是负责台湾的公共卫生，还有医药照顾，还有人什么现在人命人命。人命人命那么，但为什么会被染污政治到这样的程度呢？请稍微休息，我休息片刻再回到新闻大白话。 哎，剩多少时间？好，延长，剩十三分。好，这好，OK。我讲三分钟，大概每位大概讲三分半左右。好，我、哦、还有个三澳啊。哦，三分钟。好好，对对对对对对对，OK 好。好好好。 从样是冲凉去。罗炳成，他不是买不到啊。 <coughs> 两分钟。<coughs> 两分钟。嗯 <coughs> <coughs>。好。啊。<coughs> 通膨、啊啊、不通？汉庭哥聊一下天，跟交交网友，按一下交网友。 网友要那个，现在不是只有国外国外的网友可以看到吗？没有，国外国外那个只有国外看得到啊。因为我现在我现在在家都是用 VPN 翻墙，翻到澳洲再翻回来看。说刚刚这样直接 Q 我对对主持人不是很礼貌。没有，不会不会，因为就是要看你们，不会不礼貌啊才好。主持人要休息。 <laughs> 好，欢迎大家要记得按赞订阅我们新闻大白话加分享。好，也欢迎呢关注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 FB，然后跟 YouTube 频道。对。 继续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王尚志。兵役要不要延长一年呢？那么蔡英文总统在二十七号要召开国安会议，那么现在应该就会拍板延长一年，而且月薪要调到一万五，从六千块调高。至于说现在义务役调那么久，但是不是未来还是在部队里头扫地呢，或出公差呢？那么学者说，如果没有配套的话，兵役延长没什么用，还是会失败，训练一年上战场还是就送死。 当然，现在兵役延长这件事情对年轻人影响很大，对于蔡英文的不满是不是在这里体现？因为根据最新的《美岛电子报》的民调当中，蔡英文总统的不满意的。 不满意的程度已经来到五十八点二趴，那么满意度只有三十八点九趴哦。可以看到这个红线、绿线，红色是不满意的，你看红色的部分接近了暴涨，而绿色是满意的，现在下滑。特别来看二十到二十九岁，过去不是都说是蔡英文最大的支持者吗？现在不满意度的年轻人高达六十一点九趴哦。这里头当中调查是说，他们讨厌中国，但是也不要。 民进党很特别哦，当然，总统官邸在耶半夜的前夕，那么白天的时候呢，特别谈了，邀请了相关人员来谈内阁改组的问题、兵役延长的问题、通膨高物价的这些问题，是不是要怎么做才能让人民有感？ 讲归讲，但是当然，在最近，如果各位看新闻的话，都会探讨到有一个消息，其实就是伯克莱跟清洁阿姨之间的劳资纠纷。那么清洁阿姨呢，她最后发声说，她只收符合劳基法金额的钱，因为伯克莱呢，他原来一些不当解雇要跟他和解哦。但是阿姨是很有骨气的，不愿多拿一毛钱。那么网友说呢，这个这么大的公司赚那么多钱还欺负人，真是没什么意思。你还在卖书呢哦，当然对。 劳工基层的部分，究竟民进党有没有真实在关注？来听听蔡英文二零一六年当时怎么说。劳工本来就是我们民进党心里最软的那一块。跟你老板说嘛，台湾怎这样？这个劳方啊都不是跟资方说，就是在跟政府到底 <laughs> <laughs> 这个政府、哦、这个东京电视特别这你们要自立自强啊，跟你老板说嘛。 如果捕风捉蛇了哈，其、就、实、是、我在台南市市长的立场上是比较希望，因为这是做功德的事情。这个三万多块钱啊，橄榄北湖，那我在这里也要勉励哈、啊，我们第一线的造福员，把它当作是一个功德台湾啊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一个做善事的行为了。 白进德说：“三万元，如果薪水太少，当做对做功德，他是这么看待劳工哦。其实，在整个民进党当中看，看蔡英文后援会的会长，他说：台湾哪里有劳工过劳死？如果有，他说敢说没有，有的话，应该是自己有病，啊、哦、身体有病。那么当时徐国勇政行政院发言人他说：，哎呀，当时如果坚持要七休一的话，那么要规划出国的劳工朋友要怎么样积价？” 我的妈、啊！真是说什么啊？啊那么当时的劳工部长李美珠说，驾驶等待的时间如果没有收到雇主拘束，就算休息。等待的时候算休息，关起车来，车门来也可以睡觉、听听音乐或者去散步。劳工的状况，难道民进党的当中所有的人就是这么看待的吗？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政府自己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刚,刚看那个画面，大家会不会觉得？ 至少以前蔡英文还愿意跟记者讲话，难以想象。他现在连记者面都不见，碰都不碰。你虽然蔡英文那时候在讲插话，可是问题是，好歹他愿意跟记者讲插话。现在他已经升级到根本理都不理你，甩都不甩你。那这样的一个总统，他能够真的听到基层的声音吗？能够真的知道基层的痛苦吗？根本不会。然后最可怕的就是我们的赖功德，可能。 最有可能接替蔡英文棒子上来这个人，<laughs> 又是这部德行，是又是天天叫大家去做功德。那民党充斥了这样的人呢、啊？那台湾的未来，你如果基于选择民进党，你真的会觉得好吗？我觉得想到都不寒而栗。博克来这个事情，老实讲，这这位清洁工阿姨，她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她也蛮有骨气的。对，她到最后就就才一百万就和解，正常。 状况下，他至少可以要几百万，没错<錯>。对啊，但他觉得说他不要多要，他就他就只要他自己该得的。那被伯克莱这种公司赚到，可是台湾像伯克莱这种公司哦，这种剥削劳工公司一大堆，到处都是。是是是，是是因为我们的政府自己也在剥削劳工。嗯，讲实在话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很多那些什么就是临时雇员啊，一大堆这种奇奇怪怪的雇佣制度，都是我们政府自己在做的。 然后常常就雇，因为他他又不想增加公务人员的名额嘛，是,是他就用临时雇员嘛。那雇了之后，如果你有关系就可以转正，没有关系的就时间到了就没了。然后政府什么负担都不用，政府自己带头在做这件事啊。所以民间公司有样学样啊。然后他做了这么多年，连劳健保都不帮他付，没错，恶劣到极点。可是你以为只有这家公司吗？我告诉大家，中南部一大堆这种公司。蔡英文每天在讲说，我把劳工基本薪资停高了。 中南部一大堆，每个月两万块领不到，你相不相信？一堆，一大堆，到处都是。政府不知道这件事吗？政府、明明都知道，可他不吭声，因为他觉得不干他的事。嗯，搞不好来新德，比如说你们这些人就在做功德，做功德，对，就是这样子啊。那政府自己带头这样，还有什么好讲？那至于兵役的问题。 我个人早就认为说，蔡英文迫于美国人压力，他非同意不可。没错，一定要延长到一年。是，只是问题是延长这一年，如果相关的训练内容没有改改善，整个军队的制度没有强化。 没有把过去的一些弊端全部去除的话，然后讲延长一年根本没有什么意义，浪费大家的时间而已。<是>所以这只是迫于美国人的压力所做的，根本也不是蔡英文真心想要保卫台湾。所以现在民众对他的度很低，这有什么好奇怪？因为几乎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都越看越清楚，蔡英文就是只个只会讲插话，什么事情也不干，只会喝红酒、吃他的法国大餐的这样一个无能的总统。嗯。 在这次耶诞节前夕，我们看蔡英文发表的他的照片当中，围绕的一些他的养小狗哈。那么，但这里头我们要得要看印象很深刻的部分是，现在汉庭年轻人当中的不满意度，过去都概念他是最支持蔡英文的这个族群，过去的满意度主要来源是也是这个族群，但现在不满意度高达六成以上，诶，这個很吓人。 因为民进党执政党，而且做的实在是太烂了，所以要怎么挺也挺不下去。也别忘记了，就是赖清德他过去是所谓功德院的院长，因为他只会叫大家做功德，压榨劳工。当年呢是修恶劳基法。我们现在看到这蔡英文跟记者对话那个局面，高度怀疑就是因为他跟记者讲完插话被大做文章之后，从此就再也不敢讲话了，对吧？因为你们要自立自强，这是标准的政府不负责任，交给老百姓。那要政府干嘛呢？对吧？八百一十七万，然后选个公卿，哎，然后。 或者是选个事主到底干嘛？那不如选你回家睡觉。结果他就真的回家睡觉，从来都不出来开记者会了。是好。那么当然，我们看到这赖清德的这些所作所为，或者我们现在在看到这个所谓的清洁工案例，大家当然固然觉得万喜，可是别忘了，就是在赖清德的任上，也是在蔡英文的手上，剥削劳工的事情不只是劳工。 剥削全台湾的军工教，对吧？全台湾军工教的退休金跟退休俸被民进党大砍。那现在有人来帮清洁工来发声，但是过去有人帮军工教发声吗？民进党是非常乐意砍这些他们口中的这些米虫啊，以极恶劣的言语。所以现在未来我们要支持赖清德，真的要再想一想。那么同样的，在兵役的问题上，那赖清德又是什么态度呢？整个民进党其实。 或者讲悲哀的，整个中华民国最大的问题是，很少有人能够对美国 say no 的能力和权力。 我们都知道兵役问题是美国施压的，那请问一下，过去长久以来是不除了兵役之外，很多也都是美国施压的？对啊，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说要进来就进来，美国把台湾列为汇率操纵地区，美国要苛台湾的反倾销税，美国呢说台湾的兵役有问题，而且呢是上到战略、中到战术、下到卖什么武器，通通都是美国施压的。现在呢，就是如果民进党做不到，美国未来还要派人直接进入到行政跟立法机关。 请问美国对台湾做了这么多的要求，民进党哪一件事情拒绝过美国？是没有吧？台积电也是说走就走啊。那么同样的，这个挑战也会留给赖清德，也会留给未来的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的候选人。那民进党现在如果是有本事的话，干嘛？那你应该是带领台湾人民，哎，我是中华民国总统，美国我管你的，对吧？ 那不然呢？你就应该安心的当美国的太监，安心的当美国的看门狗，干嘛？直接的早一点就宣布兵役就是要延长。是，可是呢，你也不敢，你害怕得罪美国，又害怕得罪选票，瞻前顾后，彼此讨不得好，充分说明民进党是没有任何领导以及执行的能力。是，有华兄，我想请教，其实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有个错觉，都觉得民进党最初来自党外，来自基层跟民众、劳工站在一起。 但现在完全形成强烈的对比。没有，那我可以告诉各位哈，从一九八三年参与党外运动到现在，你看过蔡英文他有参与过党外运动吗？没有。然后现在的这一些在庙堂之上的，没有一个人参与。是。现在能够参与，大概只有是两种类型，一种是美丽岛辩护律师，像苏贞昌；一种就像陈菊，是美丽岛时代，就是这一个时代。 下个世代以后，包含郑文灿，他们只是说参加学生运动，不是党外运动，运动没有党外运动。对，嗯、他们没有党外运动。我跟你讲，这一批人最坏，嗯，这批人完全都是镰刀派、收割派，所以跟着这一些人是没有前途的。你民进党他老早就忘掉初衷。刚刚韩冰说，好像他对劳工。 各位晓不晓得派遣是谁发明的？还有一个劳动派遣是谁发明？就在你民进党政府二零一九年修法的时候，<是>你政府都鼓励这样子做。你对于劳工是民进党最软的一块。蔡英文自己说啊，你们之间那有什么冲突的话，那你们直接跟那个什么老板哈，跟资方去那个谈，说政府是什么公卿变那个事主鬼扯。 就是说，换句话说，他的劳工政策完完全全是有利于资方。所以民进党老早就忘掉了，他这个党建立起来是几代人都都是我们讲都是蓝领阶层的这一些人把民进党捧上来，可是你怎么对待蓝领阶级？对，然后自己把那个自己弄得跟白领阶级一样的，这个就是民进党。那其实呢，我说到兵役好了。 兵役不管美国也好，或者其他国防安全是要的，但是你现在宣布延长一年，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一直跟过去的军方将领，我都跟他沟通，你能不能少买两架 F 十六？16? 你少买两架，你就提升军人的兴奋，<laughs> <是>我现在告诉各位，二十年前。 韩国的所得是台湾三分之二的时候，他军人的薪俸是台湾一点五倍。哇哦，嗯，一点五倍哦，嗯、哦。Um, 然后他们少尉、中尉都有配给。那请问你，现在台湾用用的兵都叫穷兵政策。所谓穷穷兵政策，要训练严格，薪水待遇要差。那你能不能少买两架 F 十六？ 然后呢，就把这些钱你用来照顾军眷啊、军人家庭啊等等那些，大家才，啊、呃，大家才有当兵的意识嘛。是是。是现在台湾的军队完全低薪，那你说一期延长一年一个月一万五，我告诉各位，家里还要补贴他嘞。对。那你说一个年轻人的一个月的消费？ 会只有一万五吗？一天五百块钱，<对>我告诉你，三个便当，四个便当一吃，你就没有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O.K. 谢谢，快尝，小王<谢>、啊、哥讲。 欢迎继续收看五点钟的新闻大白话，我是王尚志。在这期，我们关切更多台湾跟国际之间的重要大事，介绍三位评论嘉宾。首先介绍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同时台驻文化大学副教授。大家平安。 那么，退役空军中将张延廷、张将军，诶，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也是清华大学教授，<laughs> 是正大国安中心教授 <laughs> 汤少成教授，大家好，三位教授啊那我们首先，但是先关心一下，在台湾方面，特别是在台北市立委补选，吴一农，吴一农今天是怎么样，有点尴尬哎、欸，因为他今天特别到台北市议会，没想到他被挡了，因为。 不能进去，为什么他不是名人吗？不是都是人家都知道吗？怎么会这样子呢？他是因为没联络好还是怎么回事？当然问他，他说他自己是在等议员啦。最后是呃，因为他说他是受到民进党党团的邀请，要拿饼干去送小礼物。嗯、哎呦，这种文青小确幸哦、啊。最后是颜若芳来救他，当时好尴尬，来听一下。 刚刚议会是有被警卫挡这个是没有联络好。没有、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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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络好，<laughs> 今天，哦，今天我们等这个等议人们啊、哦、来。 哦，oh, 好青涩！刚郑老兄说刚出社会的感觉。<laughs> 吴一龙在前阵子公布了他自己的民调，他说王红威的支持度比他略胜一点点，四三点一，配合对照他三十八点五啊。但是这个民调呢，因为没有公布他相关的经费来源、抽样方式，其实有没有可能违反选霸法呢？当然，其实王红威还是在说要来辩论吧。那么特别针对公共政策，那么威龙还是拒绝。 但是大家都说你怎么不是有很多的？你有国安的专业，怎么不透过辩论让对手现行呢？但是在此同时，吴一龙还是在批现在王宏威的有关于他电力方面的这个部分的政策。当然，除了吴一龙之外呢，在台湾我们要特别关注的，现在还是在美国方面从兵役方面的延长，同时要对照在美国。 拜登总统已经签署了国防授权法案，将完成立法五年公台一百亿美元的军援。当然，现在有关于美国这种军事援助当中有两个思路：一个部分它就军事援助给你啊；第二个部分则是现在这个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同时通过了综合拨款法案，这个是提查提供给台湾的军事融资贷款。 不是平白给你哦，是给你武器，给你融资，你还是得还。那么吴钊燮外交部长他说他支持美国的呃台美合作的监听立长，很感谢哦。但是网友说，哎，现在这个无偿是很好啦，如果不用还，但你现在强迫借钱。 要还那是不是应该要抗议一下？究竟是无偿军援，是不是只是一个空头支票？最后，美国这个部分要军援给你，还是只是要给你贷款？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待会也要请嘉宾解读一下哦。所以这个部分到底是不是还没有列入这个拨款法案？在第一年资金没有到位，而且未来如果一旦贷款给你十二年之内还要清偿哦，台湾是不是还要每年编列？ 额外的这个军事的预算来还这笔钱呢？所以在联合报当中的的评论文章提到，无偿军援难道又是镜花水月？无偿无偿无偿，免费给我们当然好，但是现在要我们是贷款了，所以。 究竟台湾是跟美国之间的军事的状态如何？这当中有人提供的一个角度是，他认为美国方面希望台湾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这是现在台湾给美国给台湾最大的压力的核心所在。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台湾的国防政策究竟应该怎么体现？目前台湾都没有说清楚哦。那么包道格在八月份的提到说，其实呢。 台湾试图依赖美国，自己没有做出相对的努力，这样子的话，台湾在美国政治圈的高度的支持会慢慢的减少。所以其实美国对台湾是不是一方面强势的要求你要自我防卫，二方面其实也还在观察台湾。那么台湾现在怎么做来回应？诶，国防部分没有说清楚，但是导式行政院现在传说希望数包括数位发展部。 要对于抖音提出一个屏蔽的做法，让我们想起中国大陆的这个哈、哦、网络管制。问题是你真的屏蔽得了吗？不是 VPN 翻出去，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到嘛。先请教郑亮兄，这个不了，吴宜龙去市议会，<laughs> 不，他应该要先跟市议员会合了。这个大家都知道正式的程序嘛，对、啊，也是要尊重人家机构的要求啊。 所以这个是个小乌龙啊，是啦，啊，小乌龙啊。不过我一直对他不就是辩论，我感到难以理解了。对，因为一般民调落后的人，他要想尽办法来表现自己。对，对不对？要引起更多人关注，因为你可能知名度落后人家，或者没人，大家没有看到你的优点，是，或者是你攻击对手，搞不好通过辩论可以凸显。有一些风格。对啊，对啊，或者你个人的风范等等，可是他却拒绝。嗯。 那你拒绝，那你倒是要透过什么方式让更多人知道你呢？真的难以理解。<laughs> 你又不是直播天王，<对>或者说有办法不断地接受专访，对、哦。所以我真的是难以理解啦，因为一般都是现任的市长在拒绝跟那个追赶者辩论嘛，是对不对？那我我现在难以理解他的想法了啊。嗯、那我坦白说哈、哦，无偿军援跟军事融资。 完全是两件事，两件事，嗯啊，那美国在国防授权法二零二三年的时候，他通过了叫无偿军援，对，结果到拨款那个部分就改成军事融资啊，呵呵那就意味着原来力挺无偿军援的那一群人，到了拨款那个部分，他撑不住了，是是啊，那当然我也听到一种理由了，我知道我听到两种理由了，嗯、就美方。 提出反对意见有两种理由，第一个就是台湾很有钱啊，嗯，你怎么可以无偿呢？对啊，那至上台湾也不需要融资啊，嗯、你用同样的理由，我也不需要融资啊。是，台湾就自己编预算就好了对。对对啊，而且美国的利息又不便宜，嗯，对不对？很高，比我们利息高多了，多了对不对？那第二个我讲白了啦，就是他觉得你做的不够，嗯，比如说以色列，以色列有得到无偿军援。 对，那以色列他的国防预算高达 GDP 的五个 percent，嗯，那台湾目前只有二点四五个 percent，还可以达到无偿军援，不、哦，<是>因为以色列就是跟美国非常好，是、啊，这我们当然知道。<laughs> 坦白讲，以色列的国民所得也跟我们差不多、啊，是是。那、啊、他为什么拿得到？嗯，我我讲白了，就是犹太人跟以色列跟美国政美国政界关系特殊嘛，可是就是他表现出他的决心。 所以他就比较好说话。是、啊，事实上，美国大部分无偿军援都是给落后国家了。对，以往都是。哦，比如说你像这次非洲，整个包裹给他五百五十亿，对，里面就有安全军援这个项目。对，哦，所以台湾够不上。第一个是你本来就经济状况不错，而且你还有外汇处理那么多啊、嗯嗯，然后你又没有展现你的决心。事际上，这个部分我听到的批评越来越多了。对。 这八道格只是其中之一了、嗯，嗯嗯啊、哦，那这个甚至可能也包括到美国为什么会通过学人计划，要派人到你的军事跟安全机构来做了解，对啊、哦，他就觉得奇怪，你这个老是在讲要抗中保台，那、啊、怎么到了关键点，比如说一年延长兵役啊，呃<对>做做不出决定或者拖那么久啊、哦，我认为应该即将通过了。 是是，可是总之就是，不管是国防预算的编列，还有那个一年的义务役，为什么这些决策你都做不出来？嗯嗯，当然现在提到张将军了、哦、在其实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在国防军事的这整体的战略思路里头，其实也谈了这个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来看待一部分，这次有关于无偿军援，或者是现在变得是有关于要这种军事的融资，对于现在总体的台美之间的。 武器包括采购的关系会有结构性的影响吗？还是说它其实只就只是它的这个资本方面的方式调整？那么在武器方面，武器端没有什么改变。嗯、对我认为武器我也改变。NDA 讲得很清楚，就是无偿，嗯、那但是对它的它的财政法案就是说要要要要钱，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对我认为后面的它这个综合拨款法案，它是要你十二年来清偿。 因为还是得还，对,嗯、对，就就是这样，就是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还是要照单照单来。但是问题是，这个一百亿美元总共加起来就三千亿台币嘛，你是你乘以三十嘛。但是我们现在看来，我们的海空特别预算呐、啊，加加强海空战力特别算就两千四百亿了，嗯，我们自己的自己最规模，我们够了嘛？对，我们就不要去说你这样子，你还要，你这两千四百亿都自己就在那边。 这个这个海空战力加强计划的是两千四百亿，你还要三千亿，差不多了嘛？嗯，我们自己来付。<是>我认为这个，因为我们的基这个国防预算占的 GDP 是少，是,是哎不到三。你看北约国家是保持三，规定的是三<对>，那以色列五，美国是四点五，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我认为我们没有，既然没白吃的午餐，那我们付钱吧。所以不会是在两千多亿，我们偏向水水深这样再加三千亿不会这样。对、嗯，我们这因为它是分五年。对，你看看五年这三千亿台币，你一年也只不过六百亿台币。六百亿台币那不多吧？就是二十亿二十亿美金嘛，我认为不多。你就是买买这些武器嘛，是买这些弹药或者买这些飞弹，或者是买战机的这些零组件。对，那我们另外看看就是说环太平洋军演，嗯。 去年的时候，去年十二月的时候，我们一直说美国说要邀请美国那个议会一直讲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是是是对，结果今年因为今年二零二二环太平洋就是每两年的夏天是，所以二零二二下一次的环太平洋军演是二零二四，二零二四夏天。哎，现在要开始提出来了，我认为哈、哦、可能性不高，是不高但是我们可以讲说，我们可不可以先称为观察员？嗯。 我们看他的整个的图，这个图上兵推还有电脑兵棋推演，我们才派一个观察团过去，<对>先看他们怎么样去参谋作业，怎么样去规划。因为环太平洋总共有二十六个会员国，是你看东南亚就有五国，我们东北亚哈，包括韩国、日本都是环太平洋军演的参演国。那<是>我们那个是很重要的平台。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好，那我们先称为观察员嘛，先求有，先做参与，先进去买到门票，然后再进去。 以后再变为正式的会员国，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对，关键我认为由浅入深，慢慢来，一步步来。嗯，你最起码让我们，在今年没有，我们希望二零二四有。<是>这这第三，我们来看，就是我们涉外人士说，说美国盼望我们摆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我认为这个很好，自我防卫。我认为自我防卫决心，我们国军要做三个改革，先做。<是>你自己不做，你你高招募第一个哈、哦，一定要依法行政。国军都没有依法行政。你看现在你叫邱国正部长，你有没有依法行政？有没有依法行政的决心？ 他没有，沒有不可能，嗯，不可能嘛，我就是這个例子嘛。对，他根本不要依法行政，违背法律。你军人违法乱政，那你军人还要保家卫国吗？是，军人是最应该依法行政的，这样部队上才有士士气。是，进赏必罚，按照法律来走。你你民主国家就是依法行政嘛。是，国军你问他现在敢不敢依法行政？没有这个决心，没有这个决心，你国军在社会上、嗯、人家不肯肯定你。所以今年第二个问题来了，招生招募没有。 嗯，不能上缺员非常严重，是尤其主战部队不到百分之八十，那怎么打仗？仗还没打，都人都没有了。招生招募都招不到，这个都要去改革。职业军人的部分，职业军人都招不到啊。那现在你要叫这个义务一上来，义务一说，那你为什么不先改革？对，人家说逻辑都搞不清楚。所以我认为国防部应该出来，我就依法行的决心，要赢得人民的信任，这是第三个。对，你要人民的信任，人民的尊重，这个荣誉，哎，你军人这样子了，大他就来当军人。 会有这个样，这是国防部搞错方向，违法乱政，讲一套做一套。尤其严德发，你就是违法乱政，是就是这样。我跟他法律在这边呢，国防大学组织规定他也不管，军事教育条例他也不要，是陆海空军军官士官任职条例，还有任官条例他也不要，是这些这些都是立法院通过总统公告的，他完全弃如敝屣，是视若无物。这个军队国军你怎么会有事情？嗯，这些我认为。 只要国军有信心说我要就是依法行政，国军就有救。是是，张教授，嗯，这个吴一农的这个事儿啊，我大概就几个字说说明一下，他是大拉拉耍性格。对，<laughs> 因为你看啊，他第一个他说不挂扛棒，没有什么旗子。对，而且呢，他身上的衣服也不写名字。对，那你跑到市场去，谁晓得你是谁啊？嗯、<laughs> 你当然，<对>这个东西你要讲清楚嘛，对,对不对？而且呢，他又说不辩论，那你说你那？<laughs> 那你选这个东西，大家怎么了解你嘛？是，你你你你有你的专长嘛，对不对？你当然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来表现表现一下。其实他长长得还外表是蛮俊秀的啊,啊，他可以去拍电影。嘛。<laughs> <laughs> 你要看选议员，我觉得好像这个不太都是太恰当。一个人的江湖啊，啊、哎、对对对，一个人的江湖，<laughs> 尤其他那个内部，他党内好像没什么人支持他，是 <laughs> 啊，对不对？那当然里头是比较复杂。一个人的江湖，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啊。 按照道理，应该武功极高，所以要辩论才对，对不对？起码你要讲讲嘛，那你要了解嘛。你现在我们这个对他有什么印象？<是 S 2> 没有印象啊，嗯、不晓得他讲什么。<coughs> 另外呢，就说这个环太军演啊，<coughs> 这个美国人说是要要说什么找我们去环太军演，他这个叫做 sense of senate，所谓 sense of senate 是指的是建议，对他没有没有这个约束性的。啊，<对 S 2> 那到底要不要来，那是要看你行政机关你要怎么做。好，那另外呢？ 就是现在美国说什么，又是又是给钱，又要又又要给钱，以后又要还，好啊，可以啊。你看看上次选举，你说上次选举跟美国有没有关联？嗯，我觉得我们要从哪里看呢？要从这个结构的这个角度来看，因为你现在民进党你的政策太傲慢了。是，当然傲慢当然就牵涉到很广嘛，对不对？你你很多政策都很傲慢，可是你这个傲慢哪里来的？老美支持的，美国，对不对？就是因为。 老美支持，所以你有恃无恐，有恃无恐呢，你就傲慢乱来。那这个东西，你说老美有没有关联？好了，那你现在继续搞嘛。你这样继续搞的话，包括什么又是法案啊、呃，授权法案啊，又是什么法案的？好啊，那你这样你的票会越来越多吗？因为你二十七号，你现在蔡英文说马上要来宣布，说到底我们这个疫情呃，支援那个呃，义务役的要到底要做多久？对对不对？对。好，你这个东西出来以后，你觉得？ 民进党的票会越来越多吗？年轻人支持率，刚刚我们看到只剩已经不对不,对不,不满意六成以上了啊。所以说了嘛，那所以我说现在已经也形成了一个结构性的啊一个这个目前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机制了。<是>意思就是说，美国会加码，那民进党会配合好了，那我们就二零二零四，我们就等着变天吧。 确实是,是,是在美台关系的部分，现在在国防当中要求，但是刚刚谈到年轻人的部分不满意度，在台湾是不是美台的关系会造成台湾内部社会的压力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所谓的平安夜、耶诞节，在今天虽然大家感觉起来现在都是耶诞节啊、耶诞礼物啊、吃饭啊、聚餐，可是历史来感受一下啊，其实，在当时中国人的平安夜。 是什么样的概念？我们回顾，在一九五零年的七十年前的时候，联合国军，呃，联合国军在朝鲜发起了总攻，当时是麦克阿瑟将军所主导的部分。当时呢，其实是鸭绿江边，是不是要整个？ 那么包括美国，甚至还有台湾，也都派遣了部队。那么参与呢？在当时是不是要打过鸭绿江呢？当时麦克阿瑟将军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了，可以回家过圣诞。因此，当时的行动被称为是“圣诞攻势”。只不过。 当时，当然后来遇遇到在长津湖被中共的志愿军给击碎了麦克阿瑟将军的美梦啊，所以虽然说是平安夜，对于所谓的华人或中国，尤其是中国大陆中国人来说，中国纪念一九五零年的部分是中国的平安夜，是志愿军的胜利夜。 其实这个平安夜还是有很多在历史上的一个军事的痕迹。当然，我们来对比来看一下中国大陆现在的国际现况。那么来看一下，先看日本啊，日本最近跟中亚的五国召开了外长会议，意在制衡中俄。你说美国、中国，但是现在日本究竟在国际上的这样子的地位能够拉动？ 包括非洲在内、跟中亚在内的这些盟友，他的这个关系跟角色，像过去那么影响力这么大吗？现在也不是经济强国了。来看对比的，现在包括新加坡，王毅跟新加坡的外长通话，双方说本着兄弟情谊，要加强团结合作的关伴关系。也包括前几天我们也都讨论了澳洲方面。 的外长黄英贤访华之后呢，现在明年就准备要组团访问中国了。果然破冰之后，接下来经贸要开展了。呃，在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习近平最近，他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农村工作会议，他已经第六度说什么呢？他说要靠自己的力量端牢饭碗。 最近习近平一直不再谈他的所谓的军富，谈的更多的是有关于饭碗端牢饭碗、农业经济、粮食啊。所以这里头包括九月份的时候，当时习普会他们见面的时候呢，针对于如果台海开战。 俄罗斯保证会提供中国大陆足够的粮食，无缺哦。所以粮食问题确实看来现在是中国安全最重要的核心，远比经济，远比疫情可能还要来的更重要许多哦。那么习近平会晤的国际二国巴西、上合会东协会都谈了粮食部分的问题。当然，平安夜、元旦节要特别关注的是最近很多人很心痛的部分是特斯拉，因为它最近市值。 大减了两千亿美元，这个整个减幅相当于丰田汽车的市值哈，股价看到跳水的部分的崩落哦。这里头还包括特斯拉的上海厂在液氮液的部分暂停生产，比预定时间还早。那么接下来可能会连续一个礼拜以上，甚是至是员工染疫呢？ 那么特斯拉最近其实下猛要不断的提高了买车的折扣是怎么回事呢？经济的部分有什么指标性的问题吗？当然，对比的耶诞节当中还要关注的是华为。华为虽然拜登方面美国一直对它有所打压，但是呢，金融时报披露，美国的这个有关于晶片的禁令，使得现在晶片的售价飙涨五百倍，而且呢。 刚刚提到华为是什么概念？华为主要是它跟诺基亚续签的专利许可，它单单卖它的专利就赚了很多钱。而刚刚提到晶片也是晶片的部分的问题，现在晶片的走私问题很严重，包括美国的很多的晶片，还有重要的科技技术，也都大量透过走私，像先前这种所谓这种呃私下的走私，从南美毒品一样的流入到中国。周亮兄，那个。 长津湖那个战争啊，对，因为麦克阿瑟那个时候喊出来的口号叫“圣诞节回家”啊，那是在十一月二十七号开打，那事实上到十二月十三号就打完了啦啊。嗯、可是因为麦克阿瑟喊这个口号嘛，梦碎<呵>嘛啊，麦克阿瑟是夸口说可以整个打完，那直抵鸭绿江边境，对，就结束这个战争。那没想到就是溃败的开始啊啊。 啊，中国大陆今年也推出那个《长津湖》那个电影电影，对，卖座。那个好像首周就破了历来的票房對。对对。那那个长津湖那个地方就是有好像有一整个银洞室嘛，嗯啊，那个也是历史性的画面嘛不过这个当然就因为今年刚好《长津湖》这个电影上映，是是，是所以中国大陆老百姓对《长津湖》就很有印象，很熟悉。那刚好就连接上圣诞节这个概念，对。哦 所以他当然会有这样的想法了啊，就是事际上十二月十三号就打完了，嗯，可是因为是连接到圣诞节回家这个概念，尤其中国现在是不能过耶诞节的，基本上没有这个节啊，<laughs> <對對 S 1> 基本上没有这个节啊那对了，他们就是过新年、啊，对对,對，过新年了、啊，<對>所以基本上当然会有人这样发起了、啊，说是志愿性的胜利夜了啊,啊。那我觉得特斯拉这个销售大跌可能有。嗯 两种原因是，第一个就是真的就是订单变少，嗯，那这个订单变少是来自于消费者保守了嗯，就是真的不看好经济嘛，是是，所以你的消费就会谨慎，就是预估二零二三年经济会更差嘛，对对，而且坦白说了，你是要充电嘛，对，那充电在很多地方可能那个价格跟石化车也没有差太远，是是是，电价也变很贵，是是啊。 那第二个，我觉得是因为对手变多了。没错，现在尤其是中国，嗯，它很可能就在中国销路就受到很大的障碍。对，比如说比亚迪嗯，中国的电动车蛮多的，蛮多类。国际上现在包括通用、通用福特，包括 B M W，也都跟中国合资嘛？对，现在都出电动车了。是啊，什么都有。是啊，所以我觉得它对手变多了，<對>所以。 他股价好像只跌到，已经跌到一百二十几块，一百二十三块，这很惊人呐，很吓人啊。嗯，它从一千多跌到一百二十三，对对，等于将近十分之一啊，这个太恐怖了。嗯，是这样，所以我要佩服我们沈富雄沈大佬。啊，怎么了？因为他在九字头卖掉，全部卖掉。是是是，佩服佩服，果然是操盘圣手啊。那么，是然后中央军。 对，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哈、哦，这个长津湖战役，刚刚亮哥有提到，<对>最重要就是说，在九月的时候，一九五零年九月的时候，这个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成功。是仁川登陆哈、哦，仁川登陆之后，这它是个登陆作战。登陆我们看想到诺曼底登陆，死伤<对>会很惨重。我们因为想到抢救人员大兵，那个战可非常惨烈，结果没有，<对>非常顺利。是美军阵亡两百人，嗯、北韩军呢、啊，就朝鲜军呢、啊，阵亡一千四百人。哦 抗美金大胜、嗯、他就信心在握，嗯、分两路挺进，<是>东线跟西线挺进，一打到鸭绿江边，十一<对>月了。你、那、这个毛泽东下令抗美援朝志愿军加入，是是这个样子。说一路，<是>因为呢，其实，在南北韩在开打的时候，北韩的军队是比较强，十二万人，<对>南韩的军队只有九万人，而且他的装备都没有。北韩是装备满编，为什么？<是>苏联把这些从呃。 日本掳下的关东军武通通给北韩，是哇，他的武力好强大，所以南韩是摧枯拉朽，刚开始都被打到那个釜山那边去了，对对，都都快被消灭了，所以美国才涨上来是这个样子。<對>他所以能够，我做个评估，圣诞回家回家过圣诞节，就是因为仁川登陆非常顺利，是哎，这个两路挺进打下来，但是看不援去志愿军来了，最以长长军武这一仗哦，中共是惨胜，因为中共人海对这個美国的火海，对他是这个样子，所以。嗯 那天那个那一年很清楚，那一年是严冬，嗯那，那时候零下三十八度，打回北纬三十八度，那那时候零下三十八，我们知道了、哦、零下三零下十八度<塞>就已经变成冰棒了。你是，零<對>那年的冬天非常的冷，是这样。长津湖，长津湖对中国来讲是典型的外线作战，嗯，成一个向心攻击的包围，把整个长津湖包住，嗯，然后把美美军打到三十八路线停止。<是>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二十四号。 打到三十八路线了，嗯，后来之间零星战火，那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因为一后面的这个，因为韩战打到一九五二年，那后来都零星的，都是,是都没有什么很强烈的攻防，就一直在三十八路线，到现在为止。所以长津湖战役是非常惨烈的。后来我们可以看到，从历史上来回顾这个长津湖战役，因为中共就是想我就是要夺回三十八路线，是是这个样子。他的战略目标达到没有？达到了。到了但是长津湖战役他们的战损比。 中共的战损是美国的三倍，牺牲。中共的、嗯、包含冻伤、冻死、失踪、死亡的，总共是三万人。嗯，美军只有一万三千人，包含失踪、冻伤的。那我们现在看美军的，就是说，就是我们现在把话题讲到，就是中共的粮食。对，中共的粮食啊，中共是十四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他现在他的整个粮食产量一年只有六亿九千万公吨，嗯，但是要吃饱每一。 中共是需要八亿五千万公吨，少了一亿六千万公吨靠进口，嗯、所以说要靠进口，所以端端好。为什么？全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就是中国大陆。对，他每一年要花一千亿美元买粮食，所以万一粮食被切断，你不知道成粮食危机。对，那造整个社会就会动荡，如果吃不饱，一定会造成暴这个动乱的嘛，这是一定的嘛。所以是这个样子。当然不這，这个八亿，这个八亿五千万公吨的不是光人吃啊。 你这些牲口，包括鸭呀、鸡呀，<对>都要吃，对对。对对所以他他买玉米，所以你看，像美这玉米最大的进头国是是美国，是。那你如果美国没干预啊，美国把这个玉米切断，嗯、你可能要像去替代往巴西、往阿根廷去找粮食。所以俄罗斯变得很重要，很重要。嗯、对，是在乌克兰战争还没打的时候，乌克兰的粮食的百分之三十是卖到中国大陆。没错，你是这个样子。那、嗯、现在乌克兰战争在打嘛，粮食就没有办法出口了嘛，是这个样子。所以中国大陆说把碗端好，为什么粮食不够？ 嗯、我们他们只产到六亿八千万公里到六亿九千万公里还要看气候，所以这样子的话，要把十四亿人肚子要填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他才会有这个说法。哎、欸，讲了好几次，我们为什么讲这句话？他背后有什么含义？当然，因为粮食控制在，甚至在在在在美洲，在美国在手上，嗯嗯、所以我们在思考有时候国安问题里面都思考就武器啊、兵役，对，和粮食恐怕才是最关键的国安。 这思路的问题所在。对，古时候都讲到了，先、呃、埋锅造饭呐、啊，大军未动，粮秣先行，粮草先行一定是这样子啊，埋锅造饭，吃饱打仗。嗯，古人都讲这样，没有吃饱怎么打仗？连枪都举不起来了，是，那箭都射不出去了。这我们看到很多历史大战面的，为什么弹尽援绝？到最后，像那个张巡的部队被安禄山的部队包起来的时候，他到,到最后连弓都没办法拉，为什么？<是>饿到连拉弓的力气都没有，这怎么打仗？ 根本不是就摧枯拉朽了嘛！所以当时张群那个城里头人吃人、啊，人那人, <最后 S 1> 人吃没有办法，<样>那没有办法了，那<悲>已经弹尽援被包了三年了啦。嗯、对,对，被包围三年，你什么都吃光了，树皮都吃光了。嗯，你看到没有？到时候连弓都没办法拉，这怎么打仗？是这个样子。所以后勤绝对是作战，作战第一在后勤，不是光打仗，你是打仗他都会打，你后勤够不够？对,对，你后勤不够，更没办法发挥战力，那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所以后勤很重要。以历史上除了刚刚讲在朝鲜战争之外，其实刚刚也提到了，在呃唐末的时候，其实历史上很多战争有很多的思路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这些国安问题的重要性。汤将军，啊汤教授，汤教授，嗯 <laughs> 哦、教授感谢 <laughs> 啊，感谢师给我多了一个抬头。对 <laughs>、啊，那个我们讲的韩战啊，在一九五一年那个美国那个时候参谋总长联席会议组这个开会的时候啊，他的主席叫做 Bradley、right、啊。 那个时候他在给叫那个啊麦克阿瑟来做听证会，嗯，那 Bradley 怎么说呢？他说韩战啊是美国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针对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韩战啊、哦，韩战，嗯，因为五一年嘛，嗯、因为那个时候二次大战完了结束了，那大家要休养生息呀、啊。嗯、然后呢，麦克阿瑟说我们要直要要打过这个鸭绿江。 还要用核弹？要用什么弹？要要要一举来消消灭消灭中共？那当然，我们听起来很舒服啊！我们有一个这个麦克阿瑟公路嘛，对不对？我我们觉得说他是很支持我们，希望消灭消灭当时的这个中共嘛。对对当时都思考要反攻大陆了啊！对对对，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举消灭共产党嘛，他是这个意思嘛，对,对不对？可是呢，美国主要的这个思维呢，还是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错误，所以说麦克阿瑟被拔官了。嗯、对，对不对？这个大家都我想都。 都非常清楚的这个事情，那所以我说这个可能是给美国一个非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啊。好，现在讲这个呃，习近平这边，习近平上次不是跑到了中东去吗？是、哦、沙乌地吗？对，啊，沙乌地又跟那很周边的那些什么呃这个呃阿拉伯联盟啦、啊，什么海湾联盟啦、啊、都开会了，对不对？对，对那个重点是什么？把能源的这个啊、呃、管道把它稳住了，住嗯、把它稳住了，嗯。 那现在呢？就是粮食，粮食，对不对？嗯、对因为你能源跟粮食，你这两样基本的这个资源，嗯、你要做什么事儿，你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生存绝，绝对绝对的嘛，嗯、对不对？你要打仗，你要生存，你要干嘛的话，你都不能够缺少这两样东西。<对>那所以说，他现在跟什么呢？跟俄罗斯、巴西、上合组织、东协啦什么这些，都是有粮食的地方。 都是产粮的国家，嗯、对,对不对？对对那如果说你把这个关关系搞好了，那粮食就没有问题了。对啊，对就不不予匮乏了。那所以这样子的话，我是觉得说，这个对中共大陆来说呢，它未来要做些什么事情，它基本上都有一个非常稳定安全的一个基础。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做法是是，我觉得是、呃、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啊。 就说你这个特斯拉，这个特斯拉这个事情啊，我是一直都 <laughs> 呃搞不清楚，因为它这个好像品质也是有一些问题的，有争议了啊、呃，有争议啊。他<对>说有时候那开到一半，那个车子那个盖子都跑起来了，这个这个好像好像它是要急救章，因为那个时候人家就说了，就说告诉你这个老板，哎，他说我们这个车子有问题，他说要不要改啊？不要不要不要，我们就直接先上先上、呃、上市、呃、这个追逐市场再说吧。嗯，所以说它这里头出了出了一堆一堆问题。 那你说现在是不是呃，现它的这个减产？那我觉得这里头呢，当然就也也牵涉到中间这个锻炼啦，或者说这个能能源危机啦、啊，还有这个呃这个晶片的这些问题。那所以说，这个总共种种零零总总全部加起来，就现在爆发了它的这个啊、呃、这个呃减产啊，或者说是它的这个市值暴跌的这种这种结果，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啊。意思就是说，你可能是。 冲得太快，对，伊隆马斯克他、啊、最近他的身价少了六兆台币，哈，因为股价的变化关系。我们接下来看有关于乌克兰战争的相关的后续。不过，首先先来看最近，呃，美国方面的部分持续对乌克兰的金援，最近有一个争议出现了，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呢泽伦斯基的太太，他的第一夫人奥莲娜被店员爆料。 他在十二月初访问巴黎的时候呢，在马克宏老婆的陪同之下，血拼花了四万欧元。乌克兰的第一夫人到法国访问的时候，竟然忙着血拼了四万欧元哦。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的爆料的部分买了好多东西哦，名牌包啊、衣服、手表啊，包括这个裤子哈、哦，这个都最时尚的东西。那么现在都知道呢，美国对乌克兰今年的数字非常非常的高，已经要接近。 超过五百亿美金了哦、啊，所以这当中有没有钱有问题呢？被拿来怎么回事呢？啊，当然回到这笔钱，美国方面的部分，当然拜登总统挟着乌克兰的部分呢来大要预算。那么针对于一点七兆美元的这个开支法案呢？ 通过了，那么这里头因为也包括了对于乌克兰的军援的费用在里面，那么是不是有趁着民主党人来掌握众院的时候呢，赶快来通过？虽然共和党是非常不满的，已经援助了五百亿，现在又增加四百五十亿哈、哦。共和党方面法案应该转向针对毒品和非法入境这些美国的国内事务，而不能把所有美国的钱都丢在乌克兰这个战场上。当然来看一下俄罗斯方面，俄罗斯普京手提。 开战这两个字竟然不是口误哦。那么 C N N 说，普京恐怕是希望借此来团结民心，而且果然，俄罗斯的部队在圣诞节的时候炮轰乌南的赫尔松，造成了七死四十八伤。而且俄罗斯方面有电视台披露了哈，部分呢他的这个圣诞节广告。 是什么呢？它的广告是持续反恶。如果在欧洲国家的话，将要停工能源，下个冬天等着看，意思就是要冻结欧洲。 你不帮助我，或不挺我，或者是反对我，俄罗斯我要冻结欧洲啊！所以这里头是不是能源本身呢？呃，之外也包括俄罗斯的武器，比如说现在俄罗斯刚刚部署的“撒旦二”的级因素、飞弹，以及第四代潜舰大卢基号”都下水了，加强战力，并没有像外界说的什么样国力呀、啊，武器已经都耗尽了。俄罗斯当然，在美国的部分，我们来看美国方面。 包括佩洛西，他不断的强调泽连斯基是为民主而战，他说会为美国带来荣耀，所以是不是就是持续的给钱？美国给钱，乌克兰就会继续战争，而这就是所谓的美国的战争代理人的一个认证。 其他国家怎么反应？先来看法国。法国最近的部分呢，虽然七成法国人支持通过俄乌谈判来寻求解决方案，但是最近法国因为内部的问题，有一位六十九岁的法国人呢，因为激进种族主义射杀了三名库的族人，目前在法国引起大暴动哦。那么知不知道现在美在整个欧陆，能源的问题、通膨的问题、罢工问题，现在还有暴动的问题？法国是不是其实顾很难顾及。 之比啊、哦，那么除了法国之外，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在英国的部分，英国的部分现在包括英国首相苏纳克在圣诞抛文说与乌克兰同在，圣诞节他表达了挺力挺乌克兰的立场，但是呢，有网友就批评你不代表我们，不要浪费纳税钱来支持战争了。 而且这里头媒体当中也表达，如果伦敦和欧盟没有办法就北二北爱尔兰问题达成协议的话，拜登将要取消对英国的部分的访问。所以英国自己本身还有北爱尔兰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德国的部分呢，现在是不是越来越有可能变成一个破产国家呢？因为德国的副议长表示说，增加一千一百亿欧元能源的负担，却无力解决。 德国恐怕单单就能源问题就会变成破产国家，更不要说支持乌克兰了。张良雄，这个一一点七兆美元，这个我们叫叫做 BUS BILL 啊，对，什么都塞在里面，都塞在里头。那乌克兰四百五十一放在里面嘛啊，这个即使拜登在众议院换届之前紧急通过。 这个共和党如果不爽，还是可以把它修掉。没错，对。而且拨款又还没过，大家不要忘了，就是泽 s 斯基去美国国会演讲的时候，共和党两百一十三名议员只到了八十六个。嗯。可是共和党是不买账的嘛？对，没给好脸色。而且 Kevin McCarthy、嗯、在现场，他是未来的议长，那在媒体要曝光的重要场面，他全部都躲过。是他不愿意拍照。对。 然后事后接受 CNN 的访问，他还公开说：“我觉得泽连斯基演讲非常好，嗯、可是呢，我还是反对给空白支票。是”是讲的那么白、欸、很直接，对不对？嗯、对,对。所以我坦白说了，我我就觉得对拜登来讲，他突然邀请泽连斯基去国会演讲，我觉得这个作秀做过头了，就为了他的这个打包法案的结果当然是吧？嗯、对，坦白讲，他不是为了乌克兰嘛？是，他是为了要。 增加他那个打包法案的通过的几率嘛？是，怎么会有人这样搞国际政治啊？而且你一眼看着，普京下礼拜也要搞一个重大讯息的发布，是。那那个目前看起来不是很乐观哦，是战争升级的样子，开战嘛？对嘛？就是基本上都是，不是白俄罗斯要加入了，就是暂时经济要开始复刻，然后动员的兵力要从一百万提高到一百五十万。那面对这些。 我没有看到美国有一个中长期的战略，嗯，没有啊。那结果你拜登还做这种秀，而且过去对乌克兰就是说，冬天的时候是适合俄罗斯打仗的嘛，过去都在这么说，就是怕嘛。对，而且坦白说来，即使没有打仗，嗯、以乌克兰目前这个状态，寒冬如果到了零下二十度怎么办、啊？对，哦，会有多少人冻死、饿死？嗯、所以我认为拜登真的是很不负责任的一个领导人。嗯 照理讲，事实上，连共和党的智库最有名的叫传统基金会，对，都那个执行长都公开出来写文章批拜登啊，说你到现在为止没有提出乌克兰的中长期战略，是，请问美国打到哪里是个头啊？对，就一直要钱，就要钱，给钱，那变成无底洞，你你就这样玩吗？对，然后乌克兰人就一直死吗？我觉得连美国的战略的学界都开始有这样的声音了、啊，然后你就玩民粹。 然后让老百姓觉得你共和党不够支持自由民主是，是你这种玩法，我觉得基本上对国际政治要解决问题是毫无帮助、啊、没错，请你稍微休息片刻，再回到新闻大白话。我、嗯、这一段多长？ 好，广告七分钟吗？啊，回来之后，然后哎、欸，回来下一段有七分，还是全部？下一，OK，好，哎、欸。 OK，是是，对，然后然后汤教授讲一段，好好。 五 <coughs> 点四十二。 还两分钟，<Hello. S 1> 待会回来七分钟啊，oh. 所以两位大概各讲三分半左右。哦、oh.，要好酸哎啊！哇，这么严重啊？嗯，这么严重、啊。<laughs> 因为我已经整理两个礼拜了。你最好让人家按摩。要没没有，就要去泡温泉啊。 先泡完温泉之后，再再推拿再按摩。我知道，嗯，对呀，先把那个骨头弄软，肌肉弄软。有了，他有，他有。那个，而且冬天它肌肉会冻僵。哎呀，现在主要是已经都都没运动了。对，因为冬天血液循环会比夏天差。对对，我是。所以泡，现在手脚都，手脚末端都不都是，泡温泉是对。 然后，然后昨天搬家，哇，看到那个年轻壮汉的。我说：“你们，你们都有没有绑护腰啊，在搬这种东西。”然后他们就看了我一眼，说：“我们都是海陆散兵出身的。” <laughs> 我就想，哦、年轻啊，我当然就立刻就是说，跟年轻差差的，我也是散兵啊。<对>可是问题是，以前当然都腰力很好啊。<laughs> 你是老散兵。老散兵已经不行了。哎呀，老散兵腰就被闪到

欢迎继续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王尚志。在乌克兰战争方面呢，普京在耶旦节前夕说“开战”这两个字，张军怎么解读？所以这个乌克兰战争一打打了四个多月，快一年了。对啊，所以这样的还没完没了。嗯、最重要，我们知道他们呃，乌克兰跟俄罗斯它没有交集，是那那个、这乌俄罗斯它占的这个这些，不管是顿内刺克的这个卢甘斯克，跟跟我们讲的顿巴斯地区啦，对对这个地区，还包括克里米亚半岛，也包括。 这个第涅伯河以东地区，包含赫尔松这个地区，总共占了十三万平方公里。他可能说投降吗？他认输的话，这个还回去的，那不可能嘛。那现在乌克兰他要光复，你怎么办？嗯，所以两个是没有交集的，是一个要光复，一个另外一个我们知道，乌克兰战后重建的经费六千亿美元，十八兆台币，怎么办？谁出？谁买单？你俄罗斯可能买认输吗？认输你就要买单。是啊，他的俄罗斯的。 包含它的石油，包含它的天然气，包含它的矿产，可能要三十年多都赔不完，都、嗯、赔偿都赔不完，嗯、赔不长啊。嗯、另外一个生命的损失，现在乌克兰呢损失了三十万战士，战士在沙场，嗯，那俄罗斯是八万多，你看看，那如果是俄罗斯认输，你这三十万按照人命一条一千万，你要赔三兆啊，对，那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俄罗斯他不认输，对，所以他他他展现这这些武器出来。 也是武器，所以能不能到时候能不能要停战，完全决定在美国手上。美国，嗯、所以哎、欸，一旦美国手上，因为乌、嗯、要能够重建乌克兰的整个战后的这一片废墟，也只有美国有这个力量。是。是另外一个，美国可以帮乌克兰来讲话，嗯，对俄罗斯在这边折冲尊主，调和顶奶，大概怎么样来讲，<對>也只有美国有这个能力、能耐。<是>全世界，的，法国、德国、意大利。 那西班牙，那那没那那,那上不了台面。英国也不行了、啊，嗯，要要一定要靠美国才有这方面的能耐。嗯、那现在俄罗斯所展现的这两个武器，包含“大卢基号”，它是第四代潜舰哦。那第四代潜舰的话，嗯、它最好就为什么加在黑洞？因为它潜到三百公尺下面的时候呢，对，没有声音。哇哦，嗯、没有声音怎么去抓它？它是它是传统动力，它是核电，它不是核它不是核能核子动力的，不是。可是还是可以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哦？你怎么去发现它？它万一里面挂的是？ 这个我们叫我们叫弹道飞弹，这个弹道飞弹，你是你怎么样？你它静在那边，嗯、你潜在那个地方，那很那杀伤力倒是很强的。对，那这样的话，换句它是个战略武器。现在俄是斯所展现的就是战略武器。为什么？你这个战略武器的话，为什么这时候展现？你为什么没办法对乌克兰？这个就是大家不要再插手。我在不都说俄罗斯已经快没武器了对，没武器，我这战略武器，在武器还都还没有使用。 俄罗斯所有的战略武器通通没用，哦，包含战略核武、战术核武，通通都还没有用。战略武器通通都没有用。嗯、对，你包含这个“沙旦二号”，“沙旦二号”可以挂，它跟它的承载是一百，它整个整个整个火箭是一百公吨呐、啊，嗯，它里面挂的是四千万吨的核武，毁灭性，毁灭性的，性的嗯、这不得了，四千万吨，我们在都在长崎、广岛也只不过是一万五千吨呐、啊，对、啊它啊，它洲际弹道飞弹呐，它在展现出来，我是“沙旦二”，<是>而且我到时候重返大气层的基因素。 让你让你的这个地对空这些导这反弹的飞弹没办法没办法去把它摧毁，<是>所以这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都展现这些。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战争呢，俄罗斯我认为打得不漂亮，嗯，他的情报的收集很差，对，还有一个他整个战略的战略的铺陈还没有战术的支撑，<是>我看到哎呦这这个你这样怎么打成这个样子？这个换句话说轻敌了，轻敌是俄罗斯<是>这一次乌克兰战争吃尽苦头的一个原因。 第三个后勤没有弄好，对后勤补给保障，当初的这个车队那么绵延那么长都没有上，<是>都没有上车<是>冲到战场上去，有问题，后勤补给、保修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俄罗斯吃也吃尽了苦头。嗯，不然话兵贵速不贵久，兵法上有说，他为什么打到<对>要打到明年了嘛？我们知道嘛，嗯、虽然冬天对俄罗斯有利，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包含希特勒，希特勒知道说三个月就可以把整个俄罗斯拿下来，结果打了四年，最后<错>还投降。对。 拿破仑当初也是的，带着他的联军下去，<对>包括西班牙的部队，还有那个法国，还有普，我们讲到普鲁士啊，是就是日耳曼啊，对，总共带去五十多万大军，也不只不过铩羽而归，对，天气的意思。但是这乌克兰同样，大家都是寒的寒带的国家打起来，俄罗斯并没有占到很大的便宜，是倒是对欧洲这些国家，因为能源的问题，<是>我们知道，我们只要温度低于十度以下就感到很凉了，<对>他们是低于零下十度以下更冷。 你看他怎么去过日子？是人员，所以人员来讲，俄罗斯是这个武器，但是这个是软武器，不是硬武器。对对，乌克兰战争并没有办法结束了，只是一个，只是一个手，我们讲了，只是一个筹码，只是一个手段，但不是战争结束的一关键因素。对，所以俄罗斯在整个的大战略、国家战略还军事战略上，俄是出了很大的问题。是，潘教授，嗯，这个泽连斯基到美国去啊，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啊，普京跑到白俄罗斯去，对，而他的副手。 就是那个国安会的副主席，叫做梅德韦杰夫，他曾经也，他跟普京两个呢是两个对调的。一个当这个<对>呃总理，总理总一个当这个总统啊，这两个对调的那个人呢跑哪去了？他跑到北京去见了习近平。是啊，好了，如果说这个呃普丁跑到白俄罗斯去，那我们就要看看说他这一次去白俄罗斯的目的在哪里，然后我们再看看白俄罗斯的地形。 白俄罗斯的边界距离基辅只有两百公里，是它比俄罗斯其他的地方都要来得近。如果说你现在白俄罗斯你跟俄罗斯合手的话，那当然对基辅的这个压力就直接增加了，嗯、就增加了。另外呢，你说梅德韦杰夫跑到北京去见了习近平，那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当然你是希望说你这个中方你要来用各种的方式呢来加以协助，而且呢，我们还知道。 最近，中俄在台湾距离三百公里之外的这个地方呢，对，哎，举行联合军演，嗯、那这什么意思、啊、哎，他就是说，哎，这方面我来，我我俄罗斯我帮你一把，那你另外一方面你是不是也要来帮我一把？那所以我说这两个，也就是说中俄之间呐、啊，他们虽然表面上中方是说我们不支持俄罗斯啊武器啊什么这些东西，那可是呢？ 他们之间的这种关联性，那我想说，它会越来越紧密。紧密。嗯、而且中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筹码是什么呢？是在俄乌之间呐、啊，做一个调停人、和事佬。是是这里头是什么问题呢？是说你现在你要这个，如果说你这个俄乌战争啊，你要分几个阶段。第一个，我们稍休息片刻，稍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嗯 我知道。好，教授，我可以继现在可以继续再讲一下。可以啊，可以好，麻烦您。刚刚打断您。什么时候开始？对，我们我们现在继续继续播，还是继续在？你你跟我讲开始，我就开始。请开始。好，你刚刚讲。嗯。我说。你刚刚。我说我说，现在，你说现在中方现在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筹码是什么呢？是是说，我们现在看俄乌这个俄乌战争。 欧战争，如果说我们按照他的这个程序来安排的话，当然不知道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可是呢，他的程序一定是先停火，再停战，然后再签和平协议，<对>大概是这样吧？停火停战，对,对和平协议一定是这样，<对>一定是这个过程嘛？那你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战争到告一个段落了，因为这些欧洲人也都累了，呵呵就觉得说应该差不多了吧？那这个东西，你说谁能够来出面做这个和事佬？ 对，跟现在停、这个、停火第一阶段，就刚张将军也讲了，其实都没有任何的苗头，不是，哎、就是说我刚讲，我说一时间<有>不，你时间点是落在什么时候不知道，<对>可是你这个战争不可能永远打下去，对，总会有一天，对,对,对不对？理论上总会有一天，你要先停火，然后再停战。 就说你双方都打的<对>打得很累、啊、会有一天，when when、啊、不知道、啊，谁会想到乌兰真会打这么久？可是你要按照这个讲说什么三十天两个礼拜，可是你要按照这个，美国没有喊停不能停啊，对啊，不管了，反正到时候如果说大家都打累了嘛，<对>你像比如说那个两伊战争，<laughs> 伊朗跟伊拉克打了八年、啊是，是对不对？那我们这样算嘛，反正就是说你要按照这个这个他的这个节奏来看的话，一定是先停火再停战，然后再和平协议嘛。 一定是这样，对,对,对你说的，对不对？没错。那你如果说走到那一步了，嗯、可能两年、一年，或者是可能半年以后，不知道，对不对？<对>啊、那到了内部了以后，谁最有资格、最有这个立场出来做这个和事佬？因为你这个事后还有很多的安排啊。你比如说，你这个领土到底要怎么安排？你比如说，俄罗斯占领的领土跟你这个、跟你这啊、哎，对，跟你的这个乌克兰之间，你要怎么来谈判？你现在全世界有哪一个人、哪一个国家？ 你能够出来做这个事儿很难，你刚刚那当然很难了、啊。赔偿问题啊,啊，所以说了嘛，所以说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一定要有这个两造，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对>都能接受的一个国家，只有美国跟中国不会，美国怎么可能？俄罗斯不可能接受美国嘛，对不对？对啊，那当然只有中国嘛，因为中俄很好，中乌也很好。 就是说，中国是有这个最后的啊，好一个。你研判中国还是更有机会，绝对有机会就是要美国首肯，不，那不，这个是先决条件。我这个讲的都是先决条件。我刚刚讲，我说这个时间点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可是这些如果说这些条件都成熟的话，那中方的这个地位就凸显出来了。嗯，这可我所以我说可能是明年，可能是后年，也不知道，对不对？那所以我说现在的这个情况啊。 中方可以说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待价而沽，对，意思就是说你要给我，比如说在台湾问题上面，你要做出成绩出来，你不做出成绩出来，那我在那边的话，哎，那我也就啊，这个这个再看看吧，没有错，没有错，对不对？那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一个这个好难哦，这个博弈，而且，平衡，而且现在嗯，布林肯马上要去北京了，去北京，对不对？但还是会是乌克兰问题吗？没有吧，应该还是有有有有有。 绝对有哦，是是是，绝对有。哎，谢谢谢，谢席会前两个月拜席会，好，还有同一时间，好，中方就派了一个代表团跑到美国去，就是谈这个问题。好，最后谢谢，先这样走，完是吧？哎，大家没有片头进来，最后一点时间，亮哥，嗯，我我问你都没完没了好，乌克兰战争、经经贸的问经济问题，你接语一下。 欢迎继续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王尚志。哎呀，怎么办？耶诞节，但是乌克兰战争包括经济的问题没完没了，什么时候才会好转？我关键当然是美国啊，因为美国继续军援，你怎么可能停呢？对，对四百五十亿啊，就是因为美国才能够让乌克兰的激进派停止嘛，是，不然乌克兰谁敢出来说要谈判啊？嗯，你一出来，人家就说你要投降，所以一定要美国先摆摆平乌克兰的军方。 你才有可能开始谈判吗、啊？所以这些经济问题，包括也都是核心是乌克兰战争引起的，受害都是乌克兰人啊。对啊<啦>。可是真的要启动和谈，美国要先表态。所以二零二三年现在大家都经济都不看好，也要解决乌克兰问题。<是><对>没有办法、啊，美国不表态，军方没有人敢碰。<对>你只要表态，你就可能被暗杀、啊是。是是是。所以还是没完没了嘛？二零二三年。 这个指挥棒，还是在美国手上？在美国手上对，对美国指挥棒，手没有放下，不,<错>不能停止，是,是继续打。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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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